好，我们继续开会，现在继续进行协商。好，都没有关麦克风的习惯。应该是到109。他们就先不处理吧。是。那我们就现在处理110到116。是。这报告哈，这110到116哈，主要是对能源研究发展机电专案服务费。那这里面很多委员都共同指出哈，有一项主要是我们的所谓住宅部门的节电哈。那认为虽然住宅部门的节电过去节电率大概每年0.8、0.9，那去年是有到我们目标超过一哈，大概1.1多，但是在工业部门哈却比不上工业部门的节电率，大概是工业部门大概做到节电1.6，因为工业部门用电量是比较大的，是它比较节电的效果比较感觉比较快，对它的成本的下降比较明显，是是，所以是住宅部门一个月几百块，它节电1%，节电几块钱，对。他不要不进了，对，所以那个服务部门比较难，就是说他的器具也多。所以你们稍微减一点了，对，十亿的部分你们可以减多少？十亿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了哈？我们是不是能够减减500万？这边有那个张立善委员建议哈，说减500万，那我们是不是就照张委员的意思这样？照我的意思啊。不是张立善，照我的意思啊，我要减600万。好，是，好，我要减600万，600万，好，是。报告主席，我们达成协议，减600万。好，减600万。科目自行调整，好吧？好，是专业服务费。好，谢谢委员。那再来117。没，主席，你要听主席来听你的。是。好，117到122。那主席刚刚跟您报告，我们那个刚刚就减600万，科目自行调整。来。是。那再来117到112哈是补助款哈，那122、117到112是补助款。补助款，那各位委员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动力公用设备哈，那这一个是新增的哈，因为金额到达20亿哈，所以大家就各位委员比较关心。那这个是做什么？这个主要是我们节电里面，我们对工业部门哈，就空压机、棒浦风机，那我们今年提出这个补助计划，希望鼓励业者太真的让你们做做看啊，好吧，对，是因为这也有好个啦，其实真的我刚为了主席报告的这个是会有效果，因为这是算 utility 公共的这一种动力设备，这是都公共设施，公共设施，对，对，而且这有好个，还气看看看，好啦，那大家有意见吗？好，没有，那我们就预算照列。 好，来，谢谢。那我们接下来123是通案，我们就暂不处理。好，我们接下来是124到129。是，那124到129哈，那主要删减的是大家关心的比较是太阳光电的推广哈，那主要就是说那个太阳光电的推广，目前中央单位哈推广的数量比这个地方单位县市政府要少。那这里指数就是中央单位哈大件的哈只有2件，好，就是在一个在屏东监狱的屋顶，一个是在阿公电水库的屋顶。那事实上除了那个大件的哈，因为中央才有这种 mega 级以上的，那事实上 mega 级以下的，事实上中央也有200多件了哈。那因为中央的单位跟整个县市比起来毕竟是比较少，所以案件数哈会比较少。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一部分哈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补助的费用哈继续来进行哈。好，来，安尼大家有什么意见无？啊，是要给因？是咪还来杀啦？给您，我来推广啦，来推广。因为您总共九，总共是多少？这个部分7.4，7.4哦，对，是。7.4，你这里太阳光电是偌济啊？中央机关的太阳光电补助是不是？
对对对，不是，这个是整个太阳光电的补助。那委员比较关心的就是说，中央做的数量比较少，地方的 case 很多，那这样子，所以认为我们应该要中央要再努力的哈。那我们这边报告是因为中央的单位本来就比所有县市政府加起来数量要少，所以比数量当然中央不可能超过地方的数量，不过中央我们也不能说地方给钱中央不给钱、啊、所以是是是建议照列。好了，好，那我们就照列。 好来，好，谢谢。接下来130130一三零是黄委员关心，就是说我们那个他24亿哈，就是那个我们那个石油的安全存量的数字哈。那今年比去年多了大概2亿哈，那为什么会多两？租金为什么会？租金为什么会多哈？主要就是说我们今年有调整这个计价公式。为什么调整计价公式？过去我们租的油槽哈，我们是以存满，所以。后来经过一些专家的建议，就是说一个油槽把它存满是不安全的，因为油气是会蒸发。那他建议理想的应该一个油槽只能存70%到80%是安全的。对了，我知道。那如果把它存得满满的，汽车加油不能加满的，对，是不安全。那所以我们现在就降低，我们过去是存满，那现在我们是存90%。那因为一个除槽只要留一些给它气体蒸发的空间，所以它的那个槽数就会变多了，那经费也就会跟着。如果是必要的，我们就小减，因为如果24亿7000万呢，1%是2470万，0.5%是1200万，我们就减。好，等一下，你们这是用租的，是不是？对，因为政府没有自己没有盖油槽，所以要跟这个民间租。这样好吧？这样好，因为你们数量多，是，所以你们就有议价力，就跟他们议价一下，减0.1%好了，好不好？好。什么叫0.1%？要减1%来的，减0.1%。减一趴就2400万的啦。是。不然砍掉7000多万了。对啊，那要不然减。你们本来就盖议价，不然你们就不用租那么多啊。不是，因为用过去为了安全，怕油槽爆掉了，因为不能弄满，因为我们现在原来是说装满，后来说不安全。我觉得你们有点在图利那个公司。我问你，国外的油槽是装满还是装？通常安全的大概装7%到80%吧。那我们不是要预计装9%？可以用到8-9%呢？我们现在是要求他过去是用100%要装满去算，那现在就是说国外大概装70%到80%，因为它会蒸发，要留一些空间给它，要不然它里面压力会变大。那我们现在是把它降到说它除90%，那、啊、因为每一个油槽只剩90%，所以那个槽数就会增加。你们这个过去是怎么编列？过去是怎么使用？就是预算使用。因为招委的我们这样子计算过。去年多少？去年是22亿，今年多了2亿多了。啊，实支多少？十至二十一点六十嘛，我们多编20，还增加一层，还是2亿多了？是，好不好？那要不要减1000万？好不好？好了，那就减1000万啊，好不好？是，谢谢委员。好，谢谢。好，来，那我们接下来是131132。是131132，主要是太阳能热水器哈。那这里面就是给我们指教，就是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太阳能热水器今晚有补助。哦、鼓励民间用太阳石油基金哦，这是有说本来说要已经届满了，后来又反映说要延长，今年又增加的这个补助嘛，是吧？去年多少？去年也是一样，花多少？十支多少？就是全部都跟他花完就对了。这业界无需要，他是有申请案才有补助。我们不要冻结了，好不好？最后邱兄提回来呢，这是补助那个用户。好，那这个可以补助多少户？去年一年大概有2万。你们是用瓦数来用，还是用面积来用，还是用一个人来用？用那个集热板的面积，它上面有一个集热板哈。反正你们的补助到是小额的、大额的，还是说那种财团式的补助？小额的，这个一年大概补助大概有2万户啊，都装在屋顶，所以一户平均补助的金额大概我建议你们可以检讨那个公式啦，就是因为你10年前、20年前那个补助哈，因为它那个成本是多少，现在成本应该下降了，是，所以说你们还是补助一样的金额，这个部分是可以讨论的。就如同你们趸购电价，太阳能过去一度是多少钱？6块、7块，现在就降到4块多。对，随着科技进步，你们这补助的部分要考虑了。好，是，公司讨论一下好不好？是 ，OK， 好，谢谢。那你们要用一个那个，我们有没有那个孝慈写一下吧？主决议啊，主决议吧。啊，你不还给我念一下，给我念一下。
好啦，咱咧无咱预算照列啦哈，啊，多少委员建议做个主角来配合，我来配合，我来配合啦。是，好来133到136。133到136主要是做地热的开发哈，那委员指教主要就是说，那个地热过去做到现在吼，都还没有看到成绩，都没有看到。历年来这样花了多少钱？发电厂，去年都一直在研究补助、开发、捐助，几年了？去年大概是5000多万哈，今年又更多，是已经有一个眉目了还是怎么样？对对，不然怎么多增的大？就是委员这样讲哈，因为我们大概有两个，一个就是说我们过去经营的那个宜兰的清水地热，大概目前成熟了，跟宜兰县政府在办 BOT， 那个是过去的。那今年大概宜兰县政府会办 BOT， 另外一个是我国地热最好的。那你要补助他多少 BOT？ 你要补助他多少 ？BOT 已经过去的补助已经有帮他去做研究、做吊桥、做钻探，所以宜兰那今年是只是一些行政。进入运转了吗？今年是做什么？还没有，他今年要 BOT 给外面的厂商招标，然后来装设备。那要 BOT 了，你要给钱啊？没有，我们今年主要的哈是在那个大屯山哈，因为大屯山是台湾最好的地热哈，但是它很多是国家公园，很难开发。那所以我们今年是在大屯山的边缘四房子坪哈。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赚一口井，那今年大概会完成，所以我们去年赚井的那个费用会在今年。出现要今年会完工验收，委员报告一下，给讲咱有补助迄个啥，他都啊咱副局长咧讲诶，就是迄个大屯山遐啦，啊遐迄我那个新北市还是对，对，那个是大屯山在新北，在新北迄个啦，在金山那边，金山迄个啦。那因为我们去年有赚一口井哈，那所以今年大概会在今年完成。出来遐电力当供给咱金山地区多少多少，能够你们预计有多少的瓦数？300到400瓦，千瓦，可以共用多少户？都多金山地区，金山地区要用电，全部吗？嘿，对，金山地区哦，金山地区哦，迄阵都啊。我再问一下，刚宜兰县议员有对地热发电的效益有存疑诶，你们这个有没有跟地方沟通啊？还是又是政府一头热？有，因为我们跟那个宜兰县政府一直长期有在合作，有帮助。起码我们做的是浅层地热啦，浅层地热安全那个已经拢较成熟啊，啊，深层地热要搁咧 R&D 搁咧研究开发。那所以说，他今年你们是确定出来之后，那个金山迄个二子坪迄个金山迄个新北市，你们就给他 BOT 就对了，最后一笔钱了，不会再有了。确定哈，今年这个基金是最后一笔了哈，不会再有钱再从这边支出了哈。未来大的钱不会，金山嘛，大的钱金额不会这么大，但是还是会。这里你新北呢？啊，你不是都要 BOT 出去吗？那 BOT 出去，但是我们还要干嘛？研究的工作还是要做，比如说我们现在钻探到的那个酸性哈比较高啊，我们要怎么样未来做抗腐蚀、好抗结构这样的研究，还是可能会有。研究型的哈，啊，金额可能就不会这么大。现在啥呢？甲委员报告者，今嘛目前大家咧期待是迄个3-5千公尺深层地热，迄个量大啦，啊，台车爱个阿根D啦，研究甲开发啦，啊，这爱还机会啦，嘿。这哎呀，地热的水冒出来，为什么会酸性的水比较高？那个地热通常，那个火山哈是那个硫磺。它主要是硫磺泉，所以会对吧？你清白不爱，我今天台湾台南过来，你也做，我今清白跟我无关系。好，安尼大家无意见嘛？哈，无咱预算照例，好不好？好，照例，谢谢委员。好，来，那我们137。137哈，主要是我们做偏远跟离岛地区跟原住民地区的这个运费哈，就是说它使用那个油。等下我再确定一下，你们这个那个地热今年就会跟那 BOT 出去就对了。今年要跟。宜兰对是，啊，你这个9600花完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效益了？我要问一下了。他大概因为现在金山附近是最长，它离核电厂是最近，但是最长停电的地区嘛。是，跟委员报告好。那，啊，你们是这一次完了之后多久他们可以稳定供电呢？他因为我们这个钱哈，通常是做地质的钻探打井。告诉这个未来要投资装发电厂的人说，他有这个潜能，要不然他不敢去投，因为他不知道会不会。你帮他负担前端的那个探勘的部分。对对对。那县政府 BOT 之后，厂商进来盖那个电厂。嗯。好，所以是厂商去盖那个电厂。我搞完了。BOT 就是会有收益。你这是鸡仔哦。这是基载，不是热。因为地热是源源不断的啦，连续啊，这袂歹。地热不受天候影响，这袂歹啦。你也讲袂歹就好了。嘿啦，好。
啊，137这是对于离岛偏远地区的补助哈，那原来就是算起来哈，就是说啊，结果我们那个原住民最多的乡镇哈，就是花莲哈，结果这三亿里面才2700万左右，所以觉得偏低哈，不到一成啊。对，那我们要报告就是说，因为我们补助的范围包括这个离岛跟所谓偏远地区，那所以大部分的补助，我们三亿有两亿是离岛，因为离岛的运输的成本比较高。不是，我们东部运输成本也很高啊。是，那东部运输一样高出，我们肥料都比西部高高很多啊。那我跟委员报告就是说，东部的，那你现在瓦斯也比人家贵，这个有道理吗？哎，瓦斯我们有补贴，现在那个比较贵，但是我们有做偏远离岛补贴。但是现在是这样啊，因为你们补贴总共在花莲是2700多万嘛，哦，占全额3亿3000多万的是占不到一成，是的这个额度。那我们的土地面积是全国16%哦，所以还是照比例来讲，而且我们原住民的居民是全国之冠哈，人数人口数是最高的，所以这个比例看起来是不符这个基本的比例原则的问题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你们还是应该要做一些检讨哦，因为你不能说物资，我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从肥料到瓦斯到什么，我们也没有天然气，然后你们也一直迟迟不肯升级，让整个产业能够让大家更为便利。哦，好了，断动一层了，没有那个肖委员，可能内部西部的计划去做一些调整啊，然后再检讨，动一层，然后检讨了，让委员交代了。依照肖委员的提案，对，依照肖委员的提案动3000万，好，好不好？那你们内部去做一些调整。书面报告，好，好 ，OK， 谢谢。那这个就提出报告，提出书面报告，使得解冻嘛，好，是。好，来138案。好，来，请用麦克风一遍记录。谢谢。那138案跟各位委员报告，那这里面案子主要讨论的是电动车辆的部分。那电动车辆的部分呢，目前来讲，在编列的预算是2亿8000多万。那如果说光以电动机车的补助案来讲，今年的补助经费就会超过2亿元。那何况我们还在推动电动大巴，那因为目前来讲，在整个 PM2.5 的空气污染也是全国所关注的事项，所以希望能够拜托各委员，那这部分的冻结的预算能够不要冻结。你们现在怎么补助法？对啊，补助的方式里面，电动机车目前来讲，如果是你们要设充电站，还是要补助它购车？充电站目前来讲跟电动机车的补助是同样的并行，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希望是把充电站，应该是讲换电站为主。所以换电池的换电站，换电站为主，这个各国都一种模式了。嗯，现在哈，因为现在锂电池它的真的那个回收再利用的环境成本是非常的高。好，锂电池，那现在还有另外的除氢罐的一个用法，在日本现在在走的哈，那真的是我们真的严重落后哦，一直没有积极的在就整个氢能源产业来做推动。我知道像他们高雄市哦也要推哦这边啊，可是整体的能源的没有一个整体的，你们要整体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规划出来哈。因为叫我给大家报告哈，电动机车来讲，起码咱能能。哎，我觉得电动机车是不是应该弄个专案呢，来推啊？有啊，起码被杀。可是我觉得你们现在好像都落后各个县市，哎，你们并没有站在主导的一个地位，所以台湾的电动车一直不是很普遍，所以价格相对就变高。我讲微软报告，起码台湾二行程车150万台，啊，起码按算一单要50万台，一单50万台达到经济规模来。预算没有问题。啊，这个有关，我要对空位，空位要棍子啦，你这只有萝卜。预计你们预计换这个，你要花多少钱？大概一单加50几亿。要50几亿，所以你剩下的部分从空位。啊，这个我呢，搁对。啊，你恁都开点钱去空位，恁家己基金加留一寡。迄款也来迄啦。这个也要两边的。啊，这个是适应型的啦，这适应型计划。我刚刚吼，恁对上推动。要哥哥了，你们预计补助多少？哥哥了，目前来讲还是一台补助10000元。但是呢，它的整个的充电设施来讲，我们补助比例太低，只有补助到4%。他自己花了大概将近7亿，我们只补助几千万。所以我们这边是讲推动还要再努力，用钱不够。我觉得很多东西不见得全部都是要政府去补助。我觉得政府在政策上面、法令上面要相对放宽，然后让他们业者可以很迅速的去推动。他们其实不一定要你政府的补助，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把角度放在我要补助它上面。比如说你现在讲电动机车，你预计要多久以内达到多少万辆
推动多少万辆的电动机车、嗯、那电动汽车、嗯哦、不是只有电动大巴而已、嗯、电动汽车、嗯、好，那你现在要推动电动车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充电站跟你所谓的换电池的站、嗯、交换 站, 交换站。好，那我上次也询问过嘛，你现在全台湾的充电站有多少，我们要推动人家去买电动车，我请问你，你从台北开到高雄沿路的休息站有多少充电站，有多少人可以中途在休息站里面充电，有没有这样的措施，有没有？那这个设置是经济部要去推动还是属于交通部的职权？这我来给委员报告一下，稍微在关心的、哦、我们政策的部分、啊、我看不到你们整体的规划了。我想大家委员是在关心的。我再补充一句话，大致高伟讲的充电站，小至你们电池的接头各个厂家规格都不一、哦啊、我这样就是说就、啊、要统一接头、這個、就像手机一样嘛，接头有统一交换站，现在要订交换站、啊啊、交因为你充电站你们速度要快了，15分钟3分钟没看见嘛，那個我們同事现在有那个氢能油纳入补助，但是单一的车辆太贵，没有配套啊，不是要那一台35万呐、啊，那一台15到20万呐、啊，那我有考虑过，考虑过，我有考虑过。你量，你当然嘛贵啊。对啊，啊，给讲。我还是会建议你们还是在政策上面去做一个整体的优惠啦。你们每次都思考都是一直在我们要花多少钱去补助，我觉得那个效果都太慢、啊、一旦政府没有钱补助就要推不出去了，达到经济规模业界看到的想要去投资，你看、哦、像我们的电动车一台两大经济规模那个来市长，对对对，我们的电动车一台你说最便宜的要多少钱啊？我们的电动车一台最便宜的电动机车，对，大概5万块，那补助的大概3万，对，去到大陆不用1万块、他的车子是铅酸电池的，它是铅酸电池的，锂电池也很贵，也不是用。来，那另外你们现在把 GoGoRo 跟那个全联在做结合，对不对？加我甲安尼甲委员报告哈 ，GoGoRo 今嘛已经销去到德国啊，到柏林哦，啊，这样要去意大利、加荷兰，而且、他们在外面销售的价格呢，比这个价格还贵，比我们在台湾卖的还贵。哎呀，咱个国内会练兵啦。练兵啦，安尼，啊，今嘛这电池啥拢要来本土化，啊，摩打电动的摩打这拢国内，安尼。这种安尼建立产业吧，建立新的产业、新的投资、新的就业机会安尼。啊，一单啊50万台哦，50万台，啊，3单150万台，把这三个扣起来安尼。这第一个是电动机车，第二个电动大巴，就是电动大巴，就是咱遐客运的，遐来练兵，啊，练兵了，规个迄个。PM 2.5 会有效果。好啦，市长，我的建议啦，起码已经有起来。好，来你讲。近全世界的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已经蓬勃发展。我迄刚即阵的时候我讲吼，中国大陆一年增加20几万的电动汽车，啊，结果你台湾即马佮我讲，我即马一只练兵，啊，请问你们练兵是要练到什么时阵啊？人家全世界都已经蓬勃在发展，然后你经济部现在告诉我你在练兵，因为这个等你练好兵的时候，人家已经又进步到另外一个层次去了啦。所以我们现在加快，是不是你们要加速啊？我觉得你们都好保守哦。没了没了没，我真的觉得你们都太保守了。招委会压力这关的安尼做，这开始属性。不是招委会的压力，我刚刚咱今麦提的功率能，我就一直讲了很多很多单位，他很多这个车厂。厂商他不是要你的补助啊，他是要你的政策开放啊，要你的政策能够对他有帮助啊。GoGoRo 他可以外销到其他的国家去，他干嘛要你的这个一点点的补助干什么？你只要让他在台湾的推动是可以迅速的，你只要让这个充电站、电池交换站是可以广设的。大家都意愿啊嘛！起码安尼，我甲迄个招委。啊，你伫甲我讲练兵练兵，我实在是拢听袂落去啊。就是因为啥？迄个交换，迄个电池的交换，那电池拢爱，迄个赛事拢爱讲。没有啦，现在世界有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那个一个标准啊？没有，世界没有。哎、啊，我们有没有打算说要去打哪个？我这样就是要标准化啊，标准化，比如讲 A 公司红色的 ，B 公司黄色啊，绿色啊，拢迄个熊的赛事拢同款啊。你啊，徛你这间公司的，你就去抽换迄间公司的颜色的电池安尼尔。哦啊，颜色管理，我叫颜、色管理，不是规格管理啊，规格要标准化，规格一样，规格标准化，所以的价啊是拢同的。不是啦，你们现在要跟世界去接轨，你们在辅导这个产业才有用啦。你们要加油站，今嘛是遐超商，
哦，便利商店很矮，因为要骑电动车的人，因拢属于高消费族群，所以大家烧这抢啊，大家烧这抢哦。过去阮就是讲到加油站，因讲唔免便利商店，大家烧这要爱伊去。所以关键也配套。原则上安尼啦，无咱就叫苏正清委员的案呐，好不好？咱冻结2000万呐、啊，我想爱好因做一个，另外那个电动车推广诶诶，另外他们有在谈哦、喔。你们这个 bus 的那个电动的部分，你们从105年40%嘛哈，补助嘛哈，到106年60%，107年要70%，但是他们认为你们没有顾虑到国内车体产业的实际状况，那执行的结果就是变相鼓励使用安全看绿的拼装车，那 并非如你们所说的会加会到140家，那他们认为你们这个只是加会到7家的补助而已，其实我这样有一点图利耶，我跟委员报告，我现在怕是怕什么呢？你也无达到经济规模吼，趁有咧补助的时候，大家拢去进一寡物件，大陆的只卖倒啦，啊，这是我补助结束就怎啊拢，怎啊无？即卖换买车遐人个衰啊，以后要换零件无。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从法律上面去规范，对，结果那不用每样东西都一定要政府全力去出钱呐，我就觉得。第一个环境爱好开始啦。啊，第头三档爱会有练兵的机会啦。恁这练几年了？练兵练到愈来愈兵。恁这练几年了？我讲头前迄带遐算较无，迄起码这回是政策较明确啊。起码其他没有。头前怀龙拍胜去就对了。没有电动大巴是100万，拍胜去啊，对。没有啦，我即马麻烦了，恁即马嘛变拍算去，你三年还阁甲我讲，嘿啦，阮阁会练兵啊。电动大巴105年所以我咧讲吼，恁应该爱有一个计划啦。哎，王委员，恁是不是在后因有做一个专案专案报告？好，来，好，这关咱要叫，因为肺炎2.5太严重了，需要。我即马对这个需要，因为我刚刚恁的前瞻计划有这个绿能的部分，我刚刚这就是叫做前瞻计划。好啊，我来配合吧，这大关键。是啊，对，因为我就想讲讲，这钱开了，你也无产业话无好啦。好，阿内兰的叫苏正清委员的提案来，好 ，OK， 来执行啦。好，谢谢，好，谢谢。动2000，然后专案报告。对对对，苏委员的提案就是这样写。好，阿伯兰的叫苏委员的提案。我来配合，好，谢谢。来，接下来我们处理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好来。是第一个是139哈、啊，这个是收入的部分。那主要委员指教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绿电的推动哈、并不理想哈、就是说在去年来讲，我们大概推动了1亿多哈、大概才4000户哈、那我们今年，所以我们是希望他委员觉得说我们推动不理想，所以那个钱哈、因为推动不理想，所以那个基金的来源收入哈、就减收哈。8000万，怎么还会让他减收8000万？还要再帮你减列哦，收入没有叫你减列收入，这样有道理吗？也，你们自己绩效不好。委员艺术可能是今日讲，阮钱开不起啦，啊不收遐多。好，因为我们有一个用途，但对边的哈，我们看140哈，委员对那个基金的用途那是支出哈，它也有减列，但是因为收入它减列8000万，但是支出它只有减列500万。你们这收入来源呢？收入来源主要就是说那个不是用再生能源发电的部分，用化石能源发电的部分，一起码得爱高级来啊来。那、你们预估今年呢，达得到标准吗？我们是可以，因为我们今年的量事实上比过去哈，我们现在增加非常多，我们目标大很多了。过去哈，再生能源才大概整个绿能的再生能源不算水利，大概占总发电量才2%。你们最近会一直提升吗？对对对，我们到2025年是要提升到 20%。那你相对的，你就是要从那些石化的东西拿来补吗？是，所以相对那个那块区块要缴回来给你们的就更多，对对对，就会比较多。所以不可能是要减列，应该要增列吧？对，要跟你们增业10亿才能达到目标吧？我临时提案提一个吧，增列吧。好啦，外公先维持安尼，是不是可以维持这样哈？因为我们大概有算哈，大概干迄落迄啦。啊，外公哦，不对呀，你们去年多少？好，安尼，咱今麦爱好迄个微观知影者，咱去年的情况安怎爱好知影？编57，所以你们都少估嘛，所以实收到58亿了嘛。那你们今年只预估说可以多几亿？多九亿啊？多九亿多的啊！现在今年很多啊，
是，今年应该预估会多收很多、啊欸、因为我们预估从电价公司里面一定会多收来的啊。我们这个算过哈，因为今年、啊、多收来，你们现在超收的话呢？就说它是来源是收入面。超收的话，过去东北超收，过去大概都差不多啊，有的时候还不大够因为伊这是照那个公司来算啊，有多少人来申请？那你们编列的方式也是这样，那个收支平衡的还是怎么样？我们现在大概收支。基本上维持收支平衡啊，有的时候会不大够，不大够的时候，我们基金有一些过去的剩余啊，剩余来支出嘛。对对，要老本出来跳。尊重主席，没在减列啦，现在增列啦，搁减列。伊这收入的物件呢，这不可能减列啦。今年一定上无七十亿啦。你才讲，今年绝对差不多收到七十亿啦，因为今年我们的很多的太阳能跟那个所谓的那个风力发电就一直出来了嘛，一直出来的状况之下，一定是从我们的那个我们平常用的那些什么核能啦，没有啊，以及火力发电增加，对，以及火电这边来的啦，核电已经没了啦，核电已经没有了，但是你会从火力发电、瓦斯发电这边来啦，化石啦，化石化，对呀、啊，对燃煤跟天然气，对呀、啊。要不然我们是不是可以维持原來？阿伯的卖减嘛？要卖减了，请还安尼啦，请我们安尼做了。来，安尼的，赶紧改了，有信心，我是无意见了。你哪有信心？减加，我们提个提个议案，增加到70亿，好不好？卖钱话讲会到80亿啦，70亿先让你们努力一下啦。无啦无啦无啦，就说安尼维持原意。阿的原维持维持原来，因为他要平衡啦。照那个原列数啦。他要平衡啦，安尼就安尼阿好，我来拍平。好啦，委员，我卖简列啦，阿的听你的，咱就照原列数，互因去拍平啦，好不好？委员，好，让我努力。好，安尼无139，我委员你就好哦，主席。好啦，我看你咧笑，我就知影你好啊啦。也袂，哦。来，你们现在那个历年的剩余有多少了？现在还剩多少？目前我们编106年预计是剩1亿。106剩啊，历年来的累计嘞？历年来，到105年为止，大概剩29亿。29亿多嘛？对呀、啊。委员，我喊你先维持啦，好不好？先维持哦。好啦，咱先维持原列数啦。赶修结。没了。好啦。是这样了啦，哦，那王委员给他给祝贺，哎，好，那我们就维持原列数哈，王委员，谢谢，我还是希望你们，我还是认为你们的超编的有一点点太保守，因为他们不这个不算像国营事业一样，还要牵涉到绩效奖金呐、啊，所以说达到或超标哈，其实他们都领一样的薪水。好，来，不要简列了。140案是通案哈，我们就暂不处理。141专业服务费的部分来做什么？是主要就是说这个专业服务费哈，那委员指教就是说啊，项目都一样，今年大概多了1300万哈。那主要就是说这个就是它事实上就是一个行政推广的费用了。推广要1300万，因为我们的案子越多哈，啊，我们就要请那个人相关的作业就会增加哈，比如说太阳光电，我们去年大概推600兆瓦哈，啊，今年我们目标大概定到800兆瓦哈，啊，所以因为你的案件收进来多啊，人工审核这些就会跟着增加了。太阳就是行政作业费还是广告宣导费？你说清楚。主要是行政作业。行政作业费就要7000多万。为什么不越来越电子化呢？等到人家滚头刀，你越请越多人干嘛？这我觉得中间还有一些是要人工去查核、去会勘，要这会。还有那你们一个人一天查核几件？好了，我被你说服了，我没有你说服他，我没有被说服啊。我们我没有被说服啊，4000多件。报告委员好，我们这个计划里的7000多万有分三大部分。好，来跟我清楚。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制定趸购费率。好，趸购费率了。我们要定趸购费率。第二个呢，是我们受理民众的申请案件，每年大概有5000-6000件。5000-6000件，像太阳光电设置，通通到不到中央来。对啊，这个要办现勘、竣工查验这些工作。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6个县市政府啊，已经开始受理100kW以下的认定业务，啊，包括屏东、台南、高雄、彰化，包括彰化等等。是。惠美，少减300万好不好？少减。没有800也要500。没有800要500啦，你多了这个1300多万可以，你预计要多多少人呢、啊？因为我们去年就已经实支就已经7000万了，
那今年那个目标多很多。我一直跟你们讲，你们不要很多东西，你们要去检讨流程，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去合并再使用的，人力是可以再重复使用的。你们不要以前，我一直觉得公部门就是我以前多少钱，今年怎么用，就是不去把那个流程那些不必要的行政程序去拿掉了。这个我们会努力的哈，不过有一些是因为他一定要去委婉的讲，要简化那关的档。啊，比如说像趸购会议，我们开了几次，你跟你讲，你讲我委婉听。来，趸购会议啊，沟通会议就开了九场，沟通会议大会就开了三场，我们还要开听证会。公听会啦，听证会，听证会啊，听证会，听证会讲假话是有刑责的。对对对对对，我们上午场、下午场都有开。啊，减三百了，他们有在。委员赶紧起一个啦，好，好不好？因为你今晚也输五百节啦，四百啦，减四百。五百，三百五，要不然五百啦。是不是可以维持那个？他一定要减五百。村委报告好，不要减。103年呢，我们在那个。你们不是多编了1300吗？金丹个开7000啊。但是十支，那个十支个7000啊啦。好了，那就那减350了，给你整数了。好，好，谢谢委员。好，感谢，感谢委员黄委员哈。来，来，接下来142到144是通案，我就暂不处理哈。来，接下来145到147。145到147哈，那其实跟前面一样，就是说我们对太阳光电的补助，委员关心的就是说，我们太阳光电依照我们的国家目标，2025年要增加大概17吉瓦，算土地面积大概要2.5万公顷哈，那么多土地，那委员是担心就是说啊，你那个土地到底在哪里还找不到哈？目前我们清理出来大概有8000多公顷，大概1/3清理出1/3，那未来还要透过县市政府啊再去检讨那个土地利用价值低的哈，或不适合农耕的，那所以委员是担心就是说你找不到土地啊，所以你太阳光电可能做不了那么大。不过我们要跟委员补充哈，就是说我们大概2.5万公顷的土地，我们是要达到2025年的目标。啊，我们现在哈是编这个今年的预算或明年的预算，那我们找到的土地已经有8000多公顷了，至少可以做出5-6吉瓦的量哈。所以对目前来讲，这是太阳能吗？太阳能，太阳能。所以对目前来讲，就是说今年或是未来明年后年哈，其实土地不会有。土地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这个委员讲，阮土地已经穿1/3的面积出来。安尼都医生，我你先，我你1/3啦。不啦，啊，不啦。因为目标1/3是2025年的目标，哈，啊，但是今年2025年的目标计算基准不一样啦，1/3是2025年。二五，今嘛70几亿目标。啊，今嘛哈。2025啊，咱即马诶目标，咱即马已经穿1/3了，所以对今年来讲，土地一定不是困难。我们不是你现在你这个东西，有把握72亿，你这个东西你是要告诉我，你这个七十，你现在讲法，我会认为你是72亿，你就是要用到所谓的2025年哦。不，就是今年他用发电量去补，今年用今年的，今年发电偌济，伊是多电补偌济安尼。64啦，我问你啦，起码72亿，你够补助多少面积啦？72亿，我知道了。一直我现在也很担心你们另外一个问题产生哦。我那天看了个报章，好像说我们原本预计的目标是1，可是现在有3的人来申请哦，是不是这样？那个是风力发电，那个离岸风力发电。再来太阳能，我们现在一直在发展嘛。那后续20年之后，它这个功能失效之后，它后续的环保的问题怎么处理？你们现在有什么新的方案了吗？不然你们现在不断的去推，到了20年之后，那个反而是。环境的另外一种污染呢、欸？是，现在有在处理，处理会，不，今麦在检讨，现在变安怎？变安怎回收，等下再处理。现在的技术能不能再处理太阳能板的这些东西？可以，太阳能是。啊，以后处理的话，花谁的钱？钱在哪里？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分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私有土地，一部分是公有的。公有的，我们会叫他在租金的时候，像离岸风电哈，他要设的时候，他要租土地的时候，就要先提后继的保证金。就要提出来啊，这样免得他到时间到了，一共被处理，啊，一共没几堂处理啊，所以一开始他就要提保证金啊。如果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就去处理。他如果没有处理的话，
那个土地所有权的机关，主要是国有财产，就用他的那个保证金。那是公立的嘛？那是国家的啊，私人的呢？私人的就是让业主哈，我们会告诉这个机制，让业他跟地主去谈，因为他用别人的土地，还得住看是要怎么讲哈。那我觉得你们这样，最后你们一定会让这些私人的跟这些财团去签约的这些私人的个体户，到时候是最大的受伤害。那一个月土地租人家没一坪没多少钱嘛，那结果到最后你二十年之后不用的状况之下，有那他那些太阳能的处理是谁负责？我们处理的费用。今天我搞一碗 bug， 医药环保署诶，把这个应回收。不对，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补助给那些企业的，你们应该从那边去扣才对。应该，你不能到最后，因为现在那些农民个体户他不懂得这些东西嘛，他不懂得以后他还要再去处理这些所谓太阳能板的问题嘛。是是，所以你们应该制度上面就有问题了。有没有我们的制度哈？我们目前的那些费用里面，我们有告诉那个地主我们的。你告诉哪个地主？地主在拱背行那灾，你们应该要从源头就去处理了嘛？你们现在推给那些地主，我跟你讲，那些财团那些做的人钱赚的屁股拍拍走了，最后的烂摊子一定是留给那些拱背行啦。对，不没有，报告员是这样。没有啦，这个哎，孝子啊，我们现在那个孝子较专业。孝子，你请来你啊哦，好，就这样了哈。我们对那个。没有没有啊，这个东西我一直认为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民众，他们会来问我们，啊，这到底是安怎？伊都跟我讲一平是偌济啊，跟我的，欸，甚至有的契约你们都没有让他规格化。是是可以，包委员哈，这个我们是有一些连那个契约都要叫他们研究规格化出来。黄委员，阿伯，安尼你看国民党到处一挂。助理费和玩笑池好啊，您的补助才做免还落去啦。阮无补助，国民党即马足可怜的。阮无补助吼，阮咧党工都只有半薪而已的啦。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委员会吼有那个责任。委员安尼啦，你是唔敢？你关心的一个主角，阿阮来努力，好不好？没有，你袂使，你袂使讲该努力。我觉得这个不太。我来做啦，我来做。对你要说你们要去做，对，因为我现在没有错，我们一窝蜂的政府非常推。而且也非常优惠，现在太阳能一度电你们回收多少？一个四块，你说支付的钱哈？太阳光电目前我们囤购的费率从大概4.5元到6.0哈，4到6，比较小的在屋顶比较小的，它成本会比较贵，就6.0啊。如果比较地面型、比较大面积的，就4.5，因为地面型比较大面积的，它的成本会。比较低哈，啊，我们有分级这样子。那一般厂商投资，它的那个获利率有几趴？获利率目前我们是规定是5%，5.25%哈。爱家己爱去打拼哈，爱哪公拿不到，它成本比较高，啊，我们也啊，5.25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个上下的？没有，你们不能到最后，我真的是觉得这样哦。现在的问题真的是很多，是因为你第一个你们没有所谓的。那个契约没有一个规格化，你知道吗？金茂海拱背行现在契约，我拿一个契约来看，吓死了！竟然说到最后啊，欸，如果契约不成，什么什么，全部都是地主自己要去处理。然后呢，有抗争什么什么，都是地主自己要去处理。是。然后所有的什么东西都是地主你要去承瓜，啊，那些来跟他租地的那些所有的财团式的人，屁股拍拍，大概跟他都没关系。我想王委员讲这个有道理啦，吼，安尼委员，我建议安尼好不好？咱这三这案吼，咱冻结一亿啦，啊，让因来做专案报告啦。无啦，冻结一亿太少啦，因为他这个还没那么冻结，你在做专案嘛，冻结10%啦。不，还是要做专案啊。啊，对，先冻10%有差吗？不要啦，冻2亿好了啦。好不好？差不多2亿啦，好不好？因为这个是，我刚刚想这啦，没有没有，因为我跟你讲，这些东西你从一开始的政策你没有弄正确之后，我跟你讲，你事后的很多的争议就会产生。第一个，我们先动2亿，最主要就是那些觉得说啊，人来该修就结尾还拱背心啦。啊錢，钱哦会被那些台团赚完之后屁股拍拍人就走了啦。对，我也是担心这样，所以要动一下。所以先动10%嘛。不要弄多了，可能太多，因为我们两亿啦，两亿啦，拜托了，我们动2亿啦，然后请他们来做专案报告啦，哈，动5%，不要再5%是3亿耶，动5%啦。好啦，听王听。
伊就接受王委员建议了，要不咱动5%，阿林来做专案报告。是，好，好，好，谢谢。来，接下来148到150，148到150，主要是离岸风力发电呐，哈，那大概委员也是一样，就是说担心这个离岸风力发电哈，到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如期完成哈，按那个有的钱会支付不出去哈。那不过告诉委员，就是说目前离岸风力发电我们推实报实销啊，对对，它是实报实销的。如果它没有完成的话，那这个钱自然就不会支付给他。那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个厂商大概还蛮踊跃的。你们这个奖励，这个东西是在哪里试办？示范有我们现在，你看哪里的离岸风场啊？那三个示范风场，这个不是之前的吗？对，都还没有支付。这之前的还没到现在。他完工要付钱，不支付，因为有四笔经费，有付一部分。那这个到底你们示范到底最后是有做几支出来？那就履约了，已经四支啊，四支，我们总付出的代价是多少？去年就花了4亿，四支去年4亿啊，今年呢？要再给多少？今年再4亿啊。去年4亿，今年4亿，总共做4支啊，明年要再。因为去年是海洋在苗栗已经设置好了，那2支已经上来了。4月会并联商转，是。今年是福海在彰化外，彰化遐。所以这个4亿多是要补助给彰化的，彰化的福海两支，对对。啊，那边两支要给4亿多就对了，对。不不，那我就那我不，这个有点争议，这个人家渔民不见得要。外公，渔民赢了，上面死了外公。来，没有，这个跟那个巧了，这几个跟民进都有他。密室政治哦，过桥。这个已经单门一握手已经协调好了。这个跟当地的渔会都有协调好。拢黑啊！取得渔会的同意了，对，起码开始用经验。但是王委员不同意了，那就不要做了。施工许可。有吗？这个月会有机会拿到，有机会拿到吗？因为海岸管理法已经审查通过了。鬼啊，还想因为过去去年有通过一个海岸管理法，海岸管理法是前年通过的，跟居民面都协调完了。是，来，等一下，所以你一四哦，这一四八都一样的四万，好，这个先保留，我等一下确认一下，我先保留一下，后面先看这一保留，我反对啊。我先问一下地方有没有反弹力协议？好，安尼啊。报告委员，今天就可以拿到施工许可，所以没问题了。天哪！啊，所以后续他们对渔民的补助都 OK 了。哎，这个都谈好了。天哪，这个都谈好了。只得一点五突破。这个是示范嘛，哈。对。啊，你们示范之后，后来还后续，你们对后续还有什么那个风力发电的计划？迄个示范了潜力长足，潜力长足了，它迄个七段开，迄个七段开。后续你们还有多少的奖励补助？后面没有奖励补助了，这个四个是最早的是示范案，所以才有奖励补助。这剩跑啊，那三个案，剩它属于示范性质，不打。红线比较广了啊，四个示范啊，示范现在看起来已经成功了，所以后面的就是由业者去做啊，他做成功发电多少，就看他发几度电啊，我们是用电价做补助。来收购，啊，他如果没有发电，政府就没有花钱。所以你们现在就是这四支是示范有包走，后续的要再申请的呢，像现在有一些外国的要进来呢，他们是他自己都出钱，他自己去盖好之后，如果有发电出来，就算一度电补助多少钱？报告，最近世界上大个是东恩那吉，风能开发商丹麦。来，但是伊来，伊讲看到台湾政府的决心，所以伊第一个世界上都来遮，啊来遮了要跟咱合作，做伙拍亚太市场，即嘛是安尼哦。那趸购汇率，如果说现在风力发电非常的多，你们的趸购汇率呢怎么算 ？T O N G 的汇率，对，现在一度是六块，一度六块钱，陆上是2.8，海上是6块，海上是6块钱。那但是也有发电站哦。对，那你们现在的计划有没有说我在什么范围之内，一定的量之后，我们才来再做什么样的一个趸购汇率的调整？还是没有？你只要来设，我全部都一度电都给你6块钱。那个6块钱每年会调整，我们有一个那个趸购汇率
当时立法院往下调，不是往上调哦。哎、欸，对对，往下调一定会往下。像太阳光电也是都会 一直往下，因为你依照它的每年往下调。对，往下是依照它的年份，比如说它设计，你们本来是设计是二十年。对。那二十年的状况之下，第一年收购六块，第二年收购五块五，还是怎么样？不、不，报告员，这个讲不是这样，是说我今年六块了。哦，啊，今年来申请核准的得六块，啊，明年我搁减掉成本。好、哦，你来明年完工哎，好、哦、啊，我就明年在明年可能。所以越早设的人，他就保障越久。越因为成本不就保障收了，价格下讨论。科鲁计小，我迄阵太阳能的模组，因为成本小嘛，结果带迄阵来讲。不不不不不，我现在要了解是说，我现在第一年你们总购费率是六块，是保障我二十年都是六块、哦。我觉得这不太有道理。不不不不，因为啥嘞？因为我准备是安装的计小，就是安尼哦。对，我现在是担心我们以后的电价的问题。不是，我一个结构。我觉得你现在制度这样下去的话，大家一窝蜂下去。现在是我们有一个竹塘优势哦，我们本来是一，现在是三要来哦。对，你本来我们预算可能我是一百亿，要走，今麦爱三百亿哦。但是不，今麦是公平竞争哦，这三间落去下介绍哦。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太阳光电为例了哈。我们在九十九年第一次等购的时候呢，是12.97元，一度，那时候很贵很贵，太阳光电模组非常贵。那现在只有到4.6元，所以已经降那么多了。啊、这是第一点。但是、这个、离岸风电的部分啊，因为现在每一部机组过去就是4 mega，现在国际商业化可以到6 mega到7 mega，它成本是会降低的啊，所以我们会随着它设置成本的。降低啊，再生能源逐年检讨，逐年降低它的等级。伊、啊、的经济规模提的铁锅料，迄个 cost down。那你们有没有我知道你的那个了，但是你们现在有没有每年我就是多少的收购？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是很担心，像一窝蜂，大家在第一年最高的金额的时候，不会了，没有那么当年最高金额那么多人投入了，每一年都有一个额度哦，最多一年500枚，最多。你们同意申请一年最多500枚？我跟你讲，现在一度六块已经500枚，今年500 mega 就没有那么高了。丁一级的台中火力，所以今年只有几家，今年只有一家啦，500枚啦。丁一级台中火力的电厂的，我们每年有开放量啊，它要竞争。黑了黑了啊，明年又有明年的开放量，往下啊，明年开放量的每年更小啊。好了，王委啊，后年有后年的开放量，既然偷了你10分钟啊。不是，我现在是很担心。Hey, 我们这样一窝蜂的处理的话，到时候电价到底要涨到什么程度？委员，阿伯，安尼，咱嘛赶快比照，好不？冻结一部分，阿好，来报告，安尼，好不？好了，好了，安尼来，咱迄个，我们提书面报告，好不好？我们就冻结一部分。阿福海的话，你帮我提个书面，好，一个礼拜之内。好了，福海，迄个咱一个。好了，安尼，好，您提书面报告啦。是。那我们就冻结7500万啊。好。是。好不好？好，委婉，王委员提书面报告，提书面报告。那我们特别跟王委员来做说明。好，对，好，来，那接下来我们是151到154。151到154，主要是那个沼气发电的电价补助了哈。主席，我有提案，怎么没有问我？我冻结五分之一呢？你买小家问一下。啊，老大已经拍死。嘿。啊。我是144案呢。啊，迄间古迄通案还袂处理诶，即马是先处理一楼148到150，144是通案还袂处理。142、143、144通案。嘿，通案还袂先还袂处理诶，哈。好。好，来，安尼151到154。主要是那个沼气发电呐，哈。那也就是说，过去觉得好像沼气发电推动的那个制度不大好啊，所以申请不大踊跃哈啊，要我们去改善啊。我们事实上，我们今年哈、啊、把沼气发电的补助金额有提高哈、啊，原来3块钱一度电，我们提高到5块钱哈。那为什么？因为金额提高，有一些小的养猪户才有机会参加啊。如果我们过去3块钱的话，那个养猪户的投诉要比较多，它才有经济效益啊。那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让那个潜在的可以装的人增加。那另外，过去我们有做奖励哈，我们是说一个县市政府一个案子哈，那我们现在要把它扩大，一个县市政府希望能够辅导3个案子出来哈，那所以我们希望委员这方面的预算能够给我们支持哈，因为我们要鼓励他，所以我们是要把那个。我建议我们不要动了哈，我们就先支持他们做做看了，好不好，王委员？去年多少？去年大概是指预算，预算大概2000万。去年2000，今年3500。所以要让一些低规模的。
其实恁三千块是足少的呢，你会当补助几多？对啊，就是这样啊。因为以前三块吼，有的人讲袂好，没有报酬嘛吼，哎，做袂好，所以他就不做。那我们你这是跟他补助电价呢，还是伊的系统？哎，主要都是电价。比较下来是讲伊的发电系统。这样，我甲周围报告，第一个，我就是用这个断股的这个合理的计价哦，大家来设置。啊，设置的同时，我希望这个商业运算起来。对啊，你这个商业设备有补助无？我甲伊讲，唔是，即马这个商业呢，我用其他的。经费咧甲支持，比如说像咱高雄迄间公船，公船的那个麦克特麦已经起来，这个特麦克特麦这个公船这间公司已经入去伫咱美国机的飞机涡轮引擎叶片的供应商啊，哦，啊像这个公船，我去的是，我去高雄的是去嘉南区的时阵，我去遐看一点钟遐看，伊讲，主任啊，这个是恁咧讲的沼气发电的迄个涡轮机。而且利用这个机会来杀这个沼气发电的同时，顺便把沼气发电的机组的产业拿起来，啊，带动投资。你这个三千五是包括它的设备吗？系统俩系统。每千瓦是三万五。跟委员报告了，这个补助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县市政府的宣导费。哦，一个县市政府是100万元。宣导费，我觉得这个太浪费呢。他你们这个东西不需要是到处去宣导吧？因为这么养猪户，你现在有多少养猪户嘛？几户的养猪户，你要100万去宣导？就是还是给县市政府。我觉得你们这个有点太乱花钱了啦。养猪户不少，因为养猪中小型的养猪户不少。养猪户对发电，养猪协会的话就不少。我跟你讲，你怎么宣导？你告诉我啊。我们是给县市政府哈。啊，他来申请，那我们给他就是交给地方政府宣导，对，交给地方政府去跟养猪户说什么是沼气发电，啊，你爱盖啥，你爱做啥。你偷偷的宣导费用是100万哦，一个县市，一个县市政府，那你们要给几个县市？现在目前只有5个县市政府有在做嘛，屏东。啊，现在你们要补助几个？台南、嘉义跟云林。只有这五个县市，屏东台南这个钱，我就觉得你们一个县市给到100万有点夸张。你们一个县市才做几个厂？我们我觉得你们是反过来在做。第一个，你总经费3500万，宣传费用就要500万。嗯，好，你们实际上用在所谓的系统补助跟电价补助，实际上到那些需要用的人的身上才剩下3000万。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建议这样啦，其实王委员讲的有道理啦，我觉得你们的宣传费用我认为其实还是不足啦。全台有这么多个养猪场，你刚刚讲的那五个县市大概也有超过100个，有没有100个养猪场？主席，有超过。好啊，你如果算100个养猪场就好了啦，500万，total 500万的宣传经费，100个养猪场，一个养猪场也不过才5万块啦。好，主席，我讲这个我觉得宣传费是不足。拍手，我先公料哈。然后你们在推广，如果扣掉这个500万，剩下3000万，你要去推广这个沼气发电，我觉得也是严重不足啦。我认为沼气发电，如果我们要强力去推广的话，我觉得在这一方面的经费，其实你们应该还是要增加啦。我认为这是不久的啦。因为我们沼气发电，我在跟你讲，现在主委换人，他是不是会一直去推这个？还不见得啦。你们之前是因为前主委的关系啦，曹主委。基本上呢，哈，这些宣导费用，你说用在几个县市了哈？事实上，整个养猪户集中在哪几个县市？我想重点区在哪里很清楚了哈。再来一点，就是说你的沼气发电并不是每一场都可以做，而是你一定现在我问你是下修到2000头以上，是不是？是我们把预算原来是3块钱嘛，他们觉得3块每度电3块没有报酬率，所以就不合算啊，所以很少。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你叫基本上是大厂的这养猪户才有办法做沼气发电嘛。过去了，现在我们把它提到一度电5块是可以比较少，大概它2000-3000头它就有机会可以做有利润的这样子。好，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制造这个沼气发电，它符合成本效益吗？好，所以你一定要大的养猪户才可以嘛，哈。再来就是说，他如果制造这个整个电力，我不晓得你这沼气发电用3500万，这个同时到底在整个电力的整个它的
占比啊，哈、哦，是贡献是到底是多少？报告委、哦，这个也要去做评估哎、欸。那个对对发电量，就是诚实的说，从发电量来讲，它并没有很多。但是这个沼气发电哈、哦，就是说，像环保署、农委会很希望来做，就是说，它如果不处理，它后端的这些污水排放对环境的困扰，会有很多环境上的问题。嗯、那所以他也希望我们透过。这个是一部分的原因，因为越小的养猪户，你要做到做后端的处理哈，他们也不几千头，他就舍不得花那些钱去做后端的处理，所以希望我们提高价格。我再问一下，一场的沼气发电，加的冷却投资要多少？哎，主席，什么人讲？来，哎，主席啊，我要给你请教哈，那个处长，还有我们能源局的那个副局长，副局长，您现在是剥夺几千头、几千头以上才能补助？没有限制，现在是没有限制了啊！以前哈、哦、啊，我现在又给你劝告，你三千万大概你们现在补助一个猪场，譬如一千头的，大概他用的机械的话，你们补助他多少？还是只要用发电来去补助他们？啊，他的电量？产生的程度怎样？几千头的猪的话，大概它的排出量、它的沼气能产生多少？那个发电力出来。来，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现在沼气发电靠着麦克风，靠着麦克风。我们现在目前沼气发电已经有趸购费率，现在一度电是五块钱，啊，那五块钱里头包括它的设置成本，它未来二十年的维护成本都已经算进去，是一度电五块钱。因为我们现在沼气像是鼓励初期了，所以我们有提供一 k 瓦3.5万元的补助金。那这个补助金呢、啊，是随着市场如果越来越大，大家都很熟悉之后，这个是会退场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趸购费率已经包括这个设置费用了。啊，至于说这个养猪场它到底能够发多少度电呢、啊，跟它的沼气量有关。如果越大养猪户，它的沼气量很大，它就可以设置的量就很大。比如说我们家最大的也有500kW 的啊，400多了啊，不到500，490几kW 的。小的部分呢，也只有50kW 也有，所以它看它的量而定了、啊。当然我们完全同意啊，就是有规模经济，你越大的养猪场，它设置成本应该是会比较低的。但是我们没办法，现在目前因为量很少，我没办法针对说不同的养猪户，它定多少的趸购费率。跟太阳光电、哦、这个有点类似了。农民的这样你们要做，我觉得这个太少钱了，太少钱，太少钱，没有照顾到农民。对了，咱先冻结500万啦，啊，让您提书面报告，跟大家说明啦，好不好？您得早期这个发电计划，做一个报告出来，好不好？好，咱公务委员，我还是希望你们把钱哦用在真正补助到。真正的这个民众的身上，而不是去做那些行政段开销啊。是是，第一年的那宣导费用比较多了，以后就越来越少了。已经很多年了，是，你很多年了。这个不需要去什么宣导啊，你一定会一定的规模。农民那怎样在一起喝米羹？过去那一波诱因。是，谢谢。好，不要紧，安尼。谢谢。大家委员，咱是不是同意？好，针对沼气的这个部分，咱冻结500万，啊，好，您来做书面报告。好，我们提出书面报告，谢谢。好，好，那我们。就来，接下来我们有通案78到81哈，还有107到109、123、140、142到144，这个我们就不再处理了，好，因为刚刚我们细项都已经处理完了，所以我们这几个案就不再另外处理，好不好？好，做以上宣告，他不再做处理了。嘿，因为咱他都要细项处理掉啊啦，不能处理了。好，好不好？好，好， okay. 那我们处理决议案第155案。同意。好，遵照办理。遵照办理。好，来，赵天通过156案。遵照办理。好，赵天通过157案。遵照办理。好，赵天通过158。啊？啊？157案。好，你们好，抱歉，抱歉。157案。花东的哦。有没有问题？还有意见吗？退贸基金。157案，我们是有一个建议哈。好，哎，是，谢谢委员。157案，因为这边有讲述说有关于东部地区的国际会展及观光产业，但是经济部负责是会展产业，观光产业是由交通部观光局他们在负责，所以是不是可以我们就是聚焦在我们经济部所属的东部地区国际会展业的发展这一部分？这是第一个。有没有意见？
是是是，那就集观光产业那几个字删掉。是，好，好不好？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有关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提这个专案计划书，我们是不是建议书是不是改成就我们提个这个专案的书面报告这样子？好 ，OK， 好，那就照修正通过。好，158案。158案，我们有一个文字修正。OK， 好。各位委员，请看到那个我们最后第二行，它主要谈的是那个瓦斯的管理，桶装瓦斯的管理哈。那我们最后第二行中间有一个逗点哈，我们是不是由经济部来加上会同内政部研议，然后相关的两个字删掉，会同内政部研议推动做法，然后后面为止哦，以加速本政策之推动，然后并于两个月内将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好，那我们有一个书面的文字，请各位委员看。来，也就是说，肖委员可以吗？照他们的文字修正，好吗？谢谢，谢谢。好，王委员，那个可以哈，没意见哈。主题的人没意见，我们就没意见。好，那我们就照文字修正通过。好，来第159案。100我们遵照办理。好，提案通过。160案。研发。好，我们遵照办理。奇怪，你们都没有先做功课。不，那个，这个。这是因为这是工业局有。好，160到165哈，对不起，因为他们打错了哈，那个提案人是本席哈，但没关系啦，这还是宣告一下160案。好，遵照指示办理。好，那照提案通过。161。遵照办理。好，提案通过。162。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63。遵照办理。照案提案通过。164。164有一个文字修正哈，就是这个主要是应该是属于这个环保署的工作，因为那个汽车后面要加装这个绿烟的设备哈，所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文字修正，我们在最后第二行哈，把它改成建议环保署会同相关部会，然后后面的文字就一样哈，针对现有尚无法淘汰的大众运输工具或车辆，研商全面加装绿烟器，并致力大众运输工具改善排碳车种。OK， 好，好，同意。好，165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166案。是。166案。遵照办理。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167。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168。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169。遵照办理。170。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71。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72。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73。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74。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75。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76。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77。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78。遵照办理。照案通过哈。179。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80。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81。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82。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83。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84。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185。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86。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87。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88。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89。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90。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191。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92。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93。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94。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95。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96。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97。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98。遵照办理。照案通过。199。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00。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01。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02。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03。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04。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05。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06。遵照办理。照案通过。207。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好，那有一个新增的207之一，我们是不是请宣读一下？临时提案207之一，目前我国电动机车在电池充电器与车身间的连接尚无统一规格之接头，因此各家电动车厂皆有各自不同的规格，造成电动车使用者在维修方面面临不少困扰，也不利于整体电动车产业之发展。原建请经济部研拟电动车的电池充电器与车身之间的接头规格统一之相关事宜。提案人黄伟哲等委员宣读完毕。
这是不是有一个文字修正？因为原件请经济部及经济部能源局啊，就已经留下经济部就可以。你要听啦，老师有在说，你要听啦。已经划掉了啦。好，是遵照办理。好，来，照案通过哈。好，那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还是要继续？各位委员，没继续了。好，那我们就继续处理核后端基金哈。好，需要上厕所的人就自行处理哈，好不好？好，来2208案。超时工作报酬，我看这嘛简略啊啦，这嘛是实报实销嘛，对不？是啊，这都是去年欠欠啊用，然后今年为的。好啦，安尼南屿那边的话会。好啦，安尼咱就照列啦，好不好？什么？超时工作报酬 啦，这是超时。今年为南屿也得重装啦。这在卖港台啦。啊，不要扣扣南屿。那就那208就照原列数，209到211。来，请说明。209到211的话是旅运费哦。那旅运费因为之前啊，当然执行率也是比较偏低啊。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厨艺、飞和家园都来了，然后后端处理啊，我们跟国际上有很多的一个合作，然后要去取经。对，飞机要一直做就对了，还在取经，取了20年来取经。没有没有，厨艺的部分。这个我觉得有问题啊。因为厨艺的部分都是一个新的工作，我们要自主了。可是你们关于就是委外处理这块，你们不是那个预算整个都删掉了吗？对不对？委外处理，但是小规模那一对了，小规模那一块，你们都预算删掉。问过部长，部长也说去年都没花，好，这个已经不是选项了。啊，减两百了，那不在旅运里面呢？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对国外的联系，好，过去有委外这一块，我们当然就觉得说啊，你可能旅运费这个可能很需要啊，你们现在。对，旅运会主要是去参加国际会议了，还有几场，来你讲几场了，要参加几场哦，场次啊，这个比较困难，因为现在有厨艺了，总不能每一场都去吧？很多的技术现在网络那么发达，一定要人到才会有资料的取得吗？建议是不是就是少减一点呢、啊？就是去年多少？去年编多少？减一层可应该是可以。没有啦，去年编多少啦？去年编的是一样啦，去年编一样，啊，花多少？去年的话，旅运费花78%，有78%吗？有78%。所以给你们再多，你们就是出国去爽一下。不是不是，现在真的是我们厨艺要自主。那你今年又加1000万呐？那要不要照我们照黄伟哲委员的提案，好不好？黄伟哲委员提案是减列10%，好不好？我们就减列10%。好，好，谢谢。好，来212到214。212到214啊，因为我们现在啊，包括集中式的储存，包括厨艺的宣导啊。都必须要办啊，还有一些公听会啊，所以这一些的一个广告啊、宣传啊，啊，另外就是宣传什么？不是啊，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要跟民众沟通嘛，因为现在都是你们这个去年花多少钱啊？去年的话接近3000万呐、啊，但是去年将近3000万，那为什么今年编这么高啊？你们去年编到9800，啊，只花3000万。啊，你今年还要继续编，而且跟同一批人民众沟通，不是因为公投没有办嘛？那现在是厨艺还有集中式储存上来了，你们确定有公投吗？所以你会办吗？这里面的话已经这一部分当然已经，所以你想民众会反对你？我建议这样好不好？这个案子我们照徐永明委员的提案好不好？减列1000万，太多太少了啦，太少啊，这个我没啦，太少了。徐委员去年花3000万多编，这样多了5800万，才砍1000万。今年有给个委员报告，看有啥物新的。咱厨艺地方拢叫阮去办迄个说明会，怎啊会？厨艺你大家拢拍破，我甲你欢迎。无，你讲解说明啊，你安怎做啊？因为黄国昌委员嘛，办过的。啊，是要办演唱会，还要办啥？无都要开遮侪钱。你要办几场？有什么规划？用在哪个地方？你跟我们讲。去年才用了3000万，你给他9000多万，啊！你未来要用得带？你讲沟通，你等你嘛去沟通。去年本来有一个公投啊，阿伯安尼啦，咱那个综合苏正清委员跟徐永明委员的案，咱减列1500啦。3000呢？来来，再写个提案呢，咱减列1500啦，好不好？沟通说明啊。那你们说你要办几场？你跟我讲你要办几场啦。你们今年就更积极一点啦，像你讲的公投这些东西，你们真的启动，否则你这个选址就有了。那一部分其实是有持续了。嗯，好了，减1500啦。好啦，那不然减列1500啦，哈。你要附带决议一下，如果没有办公投，还不可以花这么多。
阿姨那不搬的，我都节约的话，我们一定会节约了。沟通啊，不搬嘛，沟通了。所以你看去年的话，为什么不敢随便用？这我觉得有问题。好，不会了。我觉得爸，等一下，你这个东西，你们应该有计划嘛？你们在这边先把计划报告一下。你们预计公投要花多少钱？什么要花多少？稍微讲一下。好吧，这样啦，简历一千，我要提专，他要提书面报告。书面报告，专案专案。你很何后端，你们很重视。专案书面报告了，好。没了，专案。因为我们等一下哈，还会讨论这个专业服务费那边了哈，还有蛮多的，要不要一起一个专案这样？没有，这里先改。我建议就是说。其实核后端可能他们还有很多东西，到最后都是必须要一起来做报告啊。这个部分，是不是先让他提书面呢、啊？我们现在就先简列一千五，然后先决议让他提书面、啊。没有啦，至少减两千呢。一千五，没了，一千五的多两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足济啦，哎，我集中是组织。业务有加减啊，业务有你做安尼啦。你们这个是广告费嘞？没有，就当。不是只有广告，那科目名称是这样的。其实广告做的还是非常太早了，都是。好了，那咱简列一千五了，侯林提书面报告哈，好不好？好，来215案，主席，我们今天参与协商的哈，无论是简列或什么哈，就是如果哈通过的，应该把我们现在现场的人哈列名在里面。你知道吗？有了啊，就是有在场，因为提案人不见得在场，但是现场的人有，我们去处理。我们去处理了，对的。都可以啊，都会在啊。龚老师现场的人、啊、因为提案人不见得在场。对，好，来那215案。服务费啦哈，服务费主要是男女啊，他们减整啊，没重装了，不能叫减整，减整大家什么东西？什么叫服务啊？就是把那个一桶一桶的，把它装到一层一三，真的是把它。你下个多热等哦，一般服务、专业服务啊，你服务费用来掉，光贵。因为一般服务成功是什么物件？专业服务最主要是外包给地方遐的人哦。人力外包啦，包括整容中心，包括男女，所以你这是人事费用。以前呢，以前要多少？以前有多少？一般服务费用是人事费还是什么费用？去年停车啊，有啦，就是讲他妈整容中心的劳务啊，男女也冇劳务啊，起码被个。所谓的劳务是指哪一方面的劳务？去年跟今年都一样呢。所以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们例行性的东西啊，现在就已经要把核后端的东西都要处理掉。不是，我跟你讲，你们104年的决算数一般服务费是41436，是的，105年的预算数是39990了，用到了，然后106年也就是今年度你正暴增到77666了，明年还是变，就是跟委员报告我们有那个重装，你们现在是怎么样藏钱在里面要做什么什么了？额外的费用，今天会要求要做一个提升营安全方案，对，就是男女的那个方案要多少钱？3000，那个包括有人力的费用，包括有材料费用。那你总是有个计划嘛？有一个计划、啊。那个计划到底要多少钱？总共的话，哦，我们家台电他给钱丢啊。哦，这边原来那个都是钱窟啊，钱啊，我们都会很谨慎的。来，这恁过去恁去年编偌济啦？去年编3990万呐。去年编3000啦。去年啦，今年是7000。安装还给3700万，我刚刚讲105年度你们编了3999990了，那106年度也就去年省今年用的是77666了，是，他107年度就今年省明年用的也是77666了，哪有？所以人拢编，这是106年的，啊，但你拢开偌济去啦？啊，去年的决算开偌济？去年的决算超过一数啊啦，4000几万，超过3900万，啊。啊，今年的我讲的哦，男女要有一个重装工作啊，那工作好几年。你这个东西是每年要去请人家去弄一次，是不是？如果这个是人事费，人事费是非花不可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给你冻结或者是减列。不是啊，你要先问他那个业务是不是一定要做，不是非花不可的东西。一定要做，啊，这个人要重装啊。我觉得副总哈，你们这边哈可能要讲清楚了哈。我想核后端的业务会越来越多了，好，因为核电厂要停役除役了嘛哈。可是你们要，因为你的经费会增加，可是你之前的这个什么执行的绩效不好，好，所以你们真的要有些是外在因素，对了哈，要有一个说明哈啊。第一个我想关心，就是说你们核后端营运基金这委员会要改了嘛？3月底要改组嘛？是不是？对，就不是改组，就是外聘的人员的话，尽量的话就对你们多元了，就是要重新调整嘛，对不对？那你们是不是能外面的专家学者更多一点？
好，这样子也才能达到监督的效果。这个部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好，市长注意一下。好，啊，本来的那些人呢？外面更多人进来啊，本来的那些人呢？本来就是台电跟这个经济部的人呢、啊。啊，这个就是你们的人员要去做调配的地方啊。这一项看他们只三百分之五了，不要太多，因为都地方的人士啊。地方的人士啊，都是用地方的人啊，在地人啊，这老虎、啊。他们的做些什么事情？当然一些老虎的工作的话。做些什么事情？包括你先讲啊。那些东西是每年一定要去跟他擦一次，或者每年一次要干什么的？如果不是的话，你们是不是应该去检讨？现在政府的钱不像以前这么多哎、欸。跟委你这边东西又要加，你过去的东西。不需要用的东西，你要把它简列掉。四千万的部分是蓝营储存厂本身营运上需要外聘当地的人，帮我们做一些业务宣导啦、服务的工作，又是业务宣导，又是业务宣导，部落服务的工作哈，部落服务的工作。那、啊、这么多年的，另外一部分增加的钱是在做以联能会主管机关对于蓝营储存厂营运上的安全，它有强化要做安全，所以今年有额外的一个工作要做，所以有额外的发包的人力的部分出来。检视核端，拿几个地区来来来，这个是人事费用，我们是不是就不要简列了，好不好？只有蓝领，来来四千多万，因为他原来哦啊蓝领啊哈，一年变七千几万呢哈，这一般的服务费，我就去给他拿个哦。刚刚未完报告哦，增加他三千万。我问你。一般服务费、专业服务费，你们都只有人事费吗？没有，专业服务费就不一样了。专业服务很多的研究啊，什么在里面的。一般服务费就是老。那一般服务费是不是在卖个三呐、啊？好不好？以这人事费用，我来讲嘛，各位。你讲的难理呀！我这边来讲，敢点。唔拿啦，唔拿啦，够减容中心啦。有一个减容中心。七千几万，七千几万，加这吼，啊，一万报告，加这是阶段性的啦。我跟你讲啦，安尼啦，那个。二一五案我们就不解，就照原列数通过了哈啊！但是个别委员有一些疑问的，是不是就请你们去跟个别委员说明了，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就照原列数，照原列数二一六到二一六二一七。专业服务的话就多了哈，因为我们那个专业服务你们可能要说明清楚一点哈。我几项重要的啦，厨艺计划书，合二的话在编，合一的在审。那另外就是集中式的储存，这是额外增加上来，还有一个很大的、啊、就是全国性的这个地质调查，为了最终储存厂啊，全国性的调查今年底一定要送进原能会，才能够照着目标啊一步一步往下做，所以是最主要这几件都是已经发包的，主要是这三项。好了，那专业服务费我们少减一点了哈，那徐委员提一亿，我提九千万，好那。那我们是不是再少一点？因为哈、哦、已经都发包了，而且今年什么？你知道已经发包不讲煤气，讲了更有气。它是年度分年的啦。嗯、好了，那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是预算底啊，啊这当年都变高一寡，高一寡啊，本十年高十年，当年拢高。不，你看变几年，我你听你就了解啊。这样，我们已经像这样的话，今年变九亿人，九亿多啊。去年度编了多少？啊，编了几人？啊，你刚才写的专案报告的话，可能编了几十样，好吧？那么减三千三百万，好吧？主席，我们提案。不是、啊，真的是已经不是没都没了，搞公规没办法支付了。哎，这样，你这个专业无畏编了几人了啦？编了几人了啦？你刚刚减一亿，现在减三千万，唔敢讲啊。编了几年，那个持续性的啦，真的。对了，编了几年嘛，你持续性。编了几年的持续性嘛？到底编了几年嘛？我就晓得算你的成本了。从一零四就开始了。厨艺的话是合一一零四嘛？那合二的话是一零五。还预计几年内你们要编几年？那就是看那个，如果厨艺的话，当然阶段性的，比如说三年里面。以前都送熬几周哈，从合一合二也陆续一零七零八阿个来一零啊嘞。我不管你哪哪创。你专业服务费今年变高了七千几万，啊！你连续搞变几年，我就抓了，我就出来。嗯，你甲今年是疫情搞变几年，我就讲啊，你哪里抵押？哦，第三年啊，都那前两年都变这样子就对了。等于前两年都在做什么呢？哦，啊，这就后悔了，这就后悔了。前两年整个九亿都花光了吗？没有了，前两年只有变三亿多了。前两年一零四是三亿六千五，
105是3亿4800万，那现在厨艺也上来了。来，副总，把专业服务费的增加三倍。内容讲一下，讲我微管怎样解？他们就讲三个重点啦，一个在厨艺，啊，合一的厨艺计划书，合二的厨艺计划书，懂内容吗？有小块贴出来、哦，那个已经三亿了，然后再来就集中式储存是新的，那这个好像是1亿吧，我记得。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很大的就是整个最终储存厂的地质全国性调查，这个的话好像 也有三亿啊，因为那个是全国性的地质调查，那个很专业。全国性的地质调查、啊，为什么是你们来调查？你们经济部有地调所，你本来有一些地质的资料可以互通的啦。啊、有，不要各自围着你台电做你的地质调查，地调所做你的地质调查。对对。我建议安尼啦，好不好？小姐，我可以建议减3300万啦、啊。没啦，那个主席。啊，不然减列5300啦，减列5300啦，好了，好不好？好，减列5300，啊，好，您科目那个全国的地质，全国地质调查，我是有意见了。全国地质调查多少钱？未来，全国地质调查多少？没啦，3亿啊。我若无加台挂，恁等下讲，我拢护航，啊，得台5300啦，好不好？那个全国地质调查就是包括什么南澳跟秀林那个那段嘛，因为是全国性的了。对啊，全国特别说一定要。南澳跟秀林那个我上次有那个有咨询嘛，对不对？你们那个什么母业园调查，在秀林乡，在南澳乡，啊，这个是大家都不晓得你们在干嘛，你们就说跟核后端。啊，核废料高阶那个，我建议你们是不是要去跟空委员做说明，好不好？没有，那我们这个案子我后面都有。我这个案主决议，我们待会处理哈、嗯。那我们这个案子，我们就先减列5330万，就后面尾数减掉了。好，5330万5000元，好，减列5330万5000元。那其他细项你们就自己去调整好吗？好，来，接下来218、219。材料费用今年会多编呐、啊，主要就刚刚讲的蓝宇那个重装啊，3×4的那个箱子、啊。可是你们讲了好几次的呢。没有，今年开始做。今年开始要做。所以今年开始做，今年才增加上来。增加上来。所以一定会做嘛一定会做。到明年的时候，我们在审的时候又说没有。哦，这个没有，明年又有别的厂，所以还要再一次。这个是阶段性的了。好，那我们大家是不是同意照原列数好吗？好，谢谢。来220，哎、啊欸，你们这个完全都没有那个空间吗？自己讲。不，因为发包你100%哦，都在制造了嘛，都在制造，所以你们已经跟厂商讲好了嘛，对不对？都已经在制造了嘛。不是，今年要开始。欸、你刚刚不是说已经在制造了吗？对，发包多少？2亿4砍3000，还有其他要用、啊、什么东西？材料费用以往都有，以往的话也3000-4000啊，像去年的司机也有4000多啊。所以你们也都发包了，所以预算有够没有够也没有什么差、啊。不是这样讲，你这是100控人年、啊，这个提升安全哦，我想有必要了。好了，来，不然就按照原列数了哈，好不好？好，来220。租金厂债的部分利息啊，最主要是租金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是哪里的租金啊？就是台东啊，哦，就还有那个金门啊，我们有一些保温的那个宣传啊，因为为了公投那个法还在嘛，又是宣传，不是那个法，不是为了那一个沟通上面的需要，办公室的话要租啦，因为我们那边的话没有办公室。对，我们现在比较担心就是说，你办公室租啊，到底事情有没有在做？有，办公室要租哦。因为这个选址条例法还在那个地方，而且原能会也逼着我们一定要去做宣导沟通啊。以前多少啊？以前编多少啊？以前编1000万呐、啊。啊，现在租金几个地方啊？现在有租几个？就两个地方嘛。啊，你们金门台东自己台电没有地方呀？我刚刚建议啊，那好不好？咱比照去年呐，咱的减列500啦，好不好？徐委员。好不好？好，减列500，那比照去年来出力啦。好，好，来，那221到225。啊，这一部分的话就牵涉到回馈的问题，还有一个会费啊。因为回馈的话，我们依照那个后端的废料桶啊，必须要回馈了。那另外会费就是我们因为厨艺啊，多少后端回馈哦，回馈多少钱？116。一啊，再来嘞。那、啊、另外就是我们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啊，一些会费、啊、多少？那一部分的话，
应该差不多1000万应该有吧。回馈这边哈，我们是600嘛，对不对？我们是不反对，只是说你的回馈的那个执行哈，像我这边提的哈，你不要这个查核人呐、啊、经办人呐、啊，全部都同一个人，那、啊、到底这个钱有没有好好的处理？绝对没有的了。好，那一部分我们都在请地方接受回馈要改善呐、啊。因为这他们报回来的嘛，他们办的是不是？所以你们还是要做点要求，不要说啊，你回馈居民啊，最后只是少数人拿到这个啊，我们要对象要处理他，有很多居民会觉得说我们没有照顾他们。好，你们这个再来还有什么？刚刚116回馈，然后大概600万的那个实际花在救助也有了，实际花在居民上面的啦。对对，急难救助多少？800，800，1000吧。800啊，再来呢？还有什么？我看你还有什么名目在讲？来来来，说明一下。还有什么？我们预计那个储存回馈办法，我们有预估说，今年核二厂的干式储存如果有上来的话，还有核一厂的热测试有上来，我们大概估列的，按照那个办法估列1亿3000万的一个回馈金。又回馈金1亿3。对 对，按照经济部公布的一个储存回馈金。还有没有？还有什么？然后另外就是说。对，核一药厂周边因为今年没有发电，那电协会的补助金变少了。那针对这一部分，我们有一些考量。对核一药厂周边的这个回馈金，我们有先预估编列了一个3000万来做对地方的一个。刚刚的1.6不算啊，你们后来的那个1.3亿又不算，又有一个回馈金，又是什么回馈？今嘛讲的迄个回馈金是发电有没有发电？对于核一、核二厂周边的居民的地方回馈金啊，那本来过去等我来做啊，那查价，对啦。现在哈，你的回馈金呐、啊、哈，其中有20%到25%的回馈金是列其他，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名目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不晓得说你的回馈金是用在用在当地的居民，或是用在当地的社区哦。所以是怕你这个回馈金没有真正落实。其实这个都是对当地居民啊。刚刚委员讲的急难救助以外啊，有一个少发电的那一部分，要额外再补助的，也是在这里。少发电？什么叫少发电？因为电厂提前停下来嘛。啊，本来照发电量有一个回馈，电协会的，电协会是依法没办法从那里回馈，所以就变成说后端这里啊回馈一部分。那要多少？哦，那个也你的意思说，就算你停电不发电的时候，你还是按照以往往常这样子继续做下去吗？张委员，跟你说明一下哈，因为因过去诶回馈金是都叫发电量去计算，啊，但是伊即马发电量，比如讲核一有除以有几等诶停起来，发电量减少，但是他们现在回馈金就变少了嘛。但是地方的居民我们要补助他多少年？地方的居民就有一点反弹呐、啊，要求他们还是要比照过去的回馈金金额来处理、啊，继续以后继续他们再增加这个回馈金啊，是不是到除以开始了，因为他现在没发电的话，除以开始之后就变成除以的。就完全除役之后就不是这个回馈金，就是除役的那个基金去处理地方的回馈了啦。除役后之后你要再补助多少年？哦，除役的话一直到除役完成啊，都要补助啊。完成以后要不要再补助？目前的话，这些补助有些是从废料从存在的，所以废料如果在那个地方，它可能就会补助啊。如果没有的话，是一部分的啊。地方再继续跟你抗争，叫你迁厂，等我们的集中储存或是最终处置完毕以后，不要像我，不要像我，我们冻结多少了？够了，阿雷高志鹏5000呢？那个回馈金差多少了？是不是3000万？有没有浮编？哦，3000万是，我觉得3000万应该是不够了，因为他地方的回馈金现在降、这个、有大幅降低啊，精算了，对，这有精算。那个地方的回馈金给他们好做事情、啊。好了，那这样我们就照原列数，好不好？不要三列了，因为我们在地方有碰到电厂的，我们自己民意代表都非常的麻烦、啊。谢谢几位委员支持，我们就照原列数哈。对了，我们只是希望说你们的执行要确实了。了解、哦、不是说不要照顾居民，不要只集中少数，然后或是那个经费的流用过程里面有问题。这个我们的指示我们要照着做。226227，这个的话，因为整个计划其实包含了前面很多的会计科目了、哦、所以是建议说在这里是不是就应该照前面就好，不要再额外了，要不然两个会打架。来，那个王委员，有意见不？
因为这个是计这储存计划，每个计划里面前面很多科目都已经在删了嘛。它其实有点像通案的感觉啦。有啊，删在哪里？我给你删到哪里？你像刚刚处理了嘛？战报删删到你哪里？刚刚删到你哪里？对啊，像你材料啊、服务啊这一些专业啊这一些都、啊。那删你多少？刚刚有一些对。啊、那个227号，这同科目吗？227那个专业服务费是什么？专业服务费？227这个储存计划490万，是依照对对对对，就是蓝屿那一边呐、啊，被原人会要求就十年再评估啊。那个王委员跟您说明一下，这个其实有一点像是通案的感觉啦。我们刚刚已经细项处理掉了，所以是不是226、227我们就不处理了？好不好？但是那个细项的部分，我们大家都讨论、都处理了嘛？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大的计划。来，你们现在集中储存怎么处理啊？集中储存，我们是初步的规划报告报到经济部了。那原能会也是建议我们应该送到非核家园专案小组去讨论。哎，那当然是形成共识以后，能够把厂址选出来啊，我们会往下推了。那个主席，我这个是冻结案呐、啊。那因为我们刚刚那个细项每一个都处理了，我知道啊，所以这个通案我们是不是就不处理，好不好？不处理，可是我这理由还是有啊，专业服务费。你用决对后面决议，我们再来处理啊，好不好？我这是冻结嘞，不是删除。对，我觉得我们对核电厂哦，刚才处理太那个嘞。你们是讲核电厂不是在里面在烤面包吗？一碗，那都加一碗哈。那个福利，那个不用了。咱都只因为细项拢共处理掉去啊，啊，所以你即马翻头，咱有即个大的计划变作怪怪啦，所以即个大的计划细项咱都要已经处理掉，所以即个应该是算通案，我们是不是就不处理了？我们好不好处理的？你咱都只21，那个改列主决议好不好？好了，那我那你的案子改主决议好不好？好了，彭委员，好，谢谢。好，那我们226、227就不处理了哈。好，来，接下来是228到238，不处理，我们可不可以排一个核后端的专案？可以啊，可以啊。那是不是请那个助理提一个决议案好不好？提个决议。那个228到238其实都是一样啊，因为都是用计划这纵向的。那前面的地方像旅运会啊，什么这些夜宣会啊，这些都已经有删了啦。有删了吗？删在哪里？有了，有了，有了。刚刚比如说这个第，来，那你228到238哈，刚刚有给几个230之一哈，所以过了案来，您说明一下好不好？对了，对公接是以前编多少？以前呢？以前每个科目差多少？看哪一个项了？我们以前的话，科目来讲的话，都是对广告费，广告费业务宣导，广告费前面处理过了，专业服务费删多少讲？删了1500万，所以这个计划里面其实细项前面都有砍了。租金好大六，所以这会打架啦，你老公哥记得打一条不赶快呢。哎呀，你们去大陆地区旅游干嘛？不是旅游啦，不是旅游，伊个国际会议为伫大陆要办啦，啊，咱是国际会员啦。你们一次派多少人？大概都两个而已啦，两个要150万呢、啊。不是啦，那总是有好几场啊，不是好几场哦。嗯，几场？因为我们的领域不一样，有的是高放的会议哈。有的是比较低阶的，有的是厨艺的会议，它不同的性质，他们是不同召开，哦，类似这样子的，我们会去。一头多少无来，干嘛今麦来一年，唔是要搁走诶？不会，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说大陆的我们编的非常少了，其实量来讲比例上已经非常少。来，那你其实到国外去取经，其他地方呢？很多东西不是取经，不是这样取法的了。来，那个你们这个第一放射这个的这个7000多万的广告费用，到底又在用在哪里呀、啊？刚刚已经有通案解了。现在我是在说给委员参详一下，说212、213、214、231、232、232、233、234跟243、啊、已经都整个做一家都有处理了、啊、现在这样整个对头前处理可能会去互相那个排挤去了干扰去了，那会排挤啊？问了有问题再个案再冲一下，那有什么问题处理、啊、是钱要该开不该开，加问几句啊？敢会安怎？别啦，我系讲委员咧关心咩咧？你加问几句啊？敢会安怎？哇，这应该咱讲真咧，对不？这委员关心。你这个7000多万又花在哪里？业务宣导、印刷、
我就刚刚讲的地方的沟通的里面啊，我们总是要些宣导品啊，说明会啦什么这些都要。你们好像在这方面编了很多钱呢、欸，啊，有没有落实到真正让民居民都能够很清楚？几乎每一个单位都在编广告宣传，因为现在地方哦都已经在要求说，像厨艺一定要多做说明。多做沟通。如果你有电厂的厨艺，多做沟通，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吗？没有，但是他们要了解状况啊。我们啊，了解你要对，所以你要办几场啊？你不能，你要办几场啊？你们不能用这样的借口，什么东西都你自己做阿哥做人情啊，对不？我初步估了，但是地方有人家额外要求啊。额外要求，恁哎，我恁恁今麦是安那善财童子呢？哪几天年啦？也个其他沟通拢要个误会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对呢。是不是安尼啦？我也感觉。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啦，这个该砍还是要再砍啦。我报告。不是说一条一条砍完就完了。你们越讲，我就越觉得问题越来越多。没有啦，我们还是要派专业，我们还是照所有的这些设施啊，都要跟民众沟通啊。如果没有民众沟通，几乎都没有办法做下去。我想这部分希望。那现在民众要都很高兴啊。安尼啦，我们既然在这里没有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在这边呢、啊，有什么疑虑？照理讲要越来越少才对啊。疑虑就是说我怎么除，能够保证不要去影响到外界，怎么样地方的人能够？那你预计要再编几年？这样说明要说明几年，你们才会编得好。开始除以以后，当然这个可以减少了，大家同意除以的。委婉不可，起码像咱今嘛合一大概到什么时候？2018年就两部计划，一零六啊，2007、2008安尼，阿和来了，共同。所以我们看你们这个预算，然后再看你们再继续做阿哥，要再做三年就对了。没有啦，这个因为确实是需要。他会不会越来越多？我看安尼好不好？不，你要先跟我讲啊，我明年再看你这个预算呢、啊。应该不会啦，就不然你们都让地方予取予求，有没有那个必要性呢、啊？你做说明要讲清楚 ，OK？ 你有没有规划？我要办几场？我们现在都有厨艺的沟通规划。另外，包括行政法人那个，我们要协助沟通，也有沟通计划，计划都变了。那、啊、你们沟通计划会不会又重复？没有了，不会了，这不一样的一个工作。我请问一下啊，你们的宣传大概都集中在什么地方？因为我好像我们云林县都没有听到啊。但是我们的纸报，好、哦，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啦，好、哦，比如说你的什么火力发电厂在台中啊，哈、哦，它会不会对邻近的居民受到一些影响？好、哦。这个应该是包括你所有、哦、台电所产生的这些空污啊、哦、不止核后端，不止那个核能发电的部分啊、哦、火力发电的沟通啊，其他部分也应该要说明啊， 对不对？所以你预算到底花在哪里？因为我们利害关系人我们都要沟通，利害关系人是周边多方圆多远、啊、来立法院对于你们这个东西的一个建议、哦、他们说你们这个计划近年来都编列宣导经费啦，然后呢这个最后呢，你们怎么样未能及时跟又未能够了解民众的意见呢、啊？因为资讯透明度又不高啦，不能够及时提供相关的讯息啦，所以呢，民众呢还是对你们选址公投都还是有疑虑的。所以你们做的方法如果不改善的话，还是没有用了。所以你们如果还是继续用你们过去这种模式，预算砍一半，会检讨改善的啦。安尼啦，你搞恭喜姐啦。你虽然是什么广告会啦、印刷装订会，啊，因为有电厂的地区、有核电的地区，我们都晓得啦。你这是另外名目的一个回馈啦，是安尼。你搞讲实在啦，啊，你搞王委员报告者，这个是大部分是有电厂地区的人才能享用得到的。没错，当然大部分还是放在电厂。哦，啊，这是主要的是讲哦。和地方的人啊，伊要办什么活动啊，恁那个报纸无，逐天都甲恁挑剔，逐天找恁麻烦啊。主角有一个报告，我来写了，啊、是不是？我较详细的在报告里面的话，把它交代清楚。奇怪，今天民进党委员以前都很重视这个核能，现在怎么都没有声音啊？有啊，我很重视啊，因为他们执政了，他不重视啊，以前是。不砍的时候，好、哦，我们只重视他要不要除役，现在要除役啦。好了，那就我二三四案哈，就冻结20%啦，好，提出完整报告啦。二百三十四案是不是？对。冻结，照张立善委员的意思要冻结20%，可不可以少动一点？那个我235呢，我235案是冻结。我们现在今天先处理到1/2了。我们现在这个部分是处理到。哎、欸，现在这个部分处理到这个可以提一下哈。我那么231这边哈，我是希望说能不能把你们的这个民调的资料啊，还有你们怎么问呐、啊、哈，因为你这边做其实一些支持度的调查嘛哈。好，其实可不可以
就是给我办公室看一下哈，因为你们还是想要知道民意是怎么看嘛，你们可以想透过这东西来说服民众支持嘛，对不对？好，我们来配合啊，你们也花了钱哈，所以我想可以看一下那成果，好不好？好，看是不是能动10%就好了。哎呀，冻结20%了，那个不是10%了，那个我是对月薪冻结一半了哈，因为我是对台电这整个什么专业服务，不是那专业服务在前面，然后你那个什么委托办理哈，委托办理什么公投，根本就没有具体进展嘛。委员啊，那个专业服务的前面已经砍了很多了哦，就在冻结的话，我们没办法做了。因为我就我讲的，今年底一定要主席要提出去。主席，但现在不要那有。现在就是伊的印刷广告的这一部分动10%嘛，建议是不是可以这样？我建议可不可以建议就2、3、4冻结15%了，好不好？15%了啊，冻结20%了，好不好？15%了啊，因为你要张立善已经提20%啦。15%了，有阿伦哥哥讲，孔伟哥哥给讲上面做特别的书面报告了。刚刚孔伟该睡着啊。哦，安尼你呢对孔委员讲无交代，张立善还搁20%，伊要50%，啊恁搁讲写到15%，你也对两个委员拢足未交代你的。后面还有主决议了。哦，好。那就看连你们陈明文都看不下去的，委托调查研究费也要动4000万。对了啊，对，前面已经沟通过了，沟通过了，嗯，因为陈明文来跟我沟通。哦，他的233，234，用234哈冻结15%，以234案为书面报告，哎为准，好吧？哎，再来，你们这个委托调查这个要1亿哦，又要调查什么？委托调查的话，就是专业服务里面的一环啊。刚刚报告了一大堆的这个专案的一个服务需要嘛，厨艺啊，你就是专业服务费的。对对，那专业服务里面有了啦。哎，调查就是地质方面的嘛。哎呀，你们像这种一亿，你们在委托的话，都采用最有利标还是采用什么？是用最有利标的方式评选出啊，都哪一家的嘛？以前有标过吗？有没有标过？都是顾问公司哦。啊，你们跟他的议价100%哦？没有，那个要去查相关的记录，不会，嘿，对，竞争的竞标的。一次都几间来？一次来标都多少家？最多3家而已嘛，所以最多也才3家多，还是固定一些人在标嘛。你们要不要多邀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国外的厂商进来？核能领域的范围，国内的工程公司是比较有興趣的。不要变成关心的，就是多邀请一些国外专业的，国外有兴趣的来，但有都跟国外有合作了。好，国内都。我想请教一下哈，你那个委托调查研究经费是不是包括那个什么地层调查，然后秀林那个啊？還没那个，是这个吗？哎，后边啊。我们不希望你们是这样哈，人家能够做的还要透过顾问公司跟你们标完之后，哄探几手才够去的哦。我们是不希望这样哦。应该没使安尼做啦，嘿，这没使哦。那个王文关心的部分我们要注意一下哦。好，那现在到主席，那我们到238案是不是依照234案冻结234案就冻结15%，我提书面报告后解冻，好不好？好，应该是到234而已嘛。因为235已经是专业的呢，到238了，到238了，好，现在239到242，储存计划这个又怎么样来？239的话是主要我们用核燃料干式储存啊，它必须要有一些制造啊，所以里面只要是固定资产的部分的话，占会比较多了。这个的东西，你这个8亿多是针对今年出来的，还是过去的？你要再对不起啊、哦，我想提是程序问题。现在239是通案，然后240到242是里面的个案。那我们先要处理个案，还是要先通案？因为我们先问清楚了，先问清楚了，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你们现在的计划都做些什么？240、241、242啊，这些个案呢、啊？那这个的话，干式储存的部分啊，现在还是，比如说核已经做好了，对不对？那还有一些，它必须要演练啊，维持它的可用性嘛。那核二的话是在制造啊，那后续的话也要现场要施工，所以有这一些的工作必须要做了。
那因为现在的话，新北市府虽然有挡住啊，但是因为原能会已经核准了，所以还是要继续把这一部分先完成在那里，要不然没办法除役啊。新北市挡住什么？水保啦。啊，现在你们怎么做？但是这个还是继续要往下去制造去弄，因为原能会已经核准了。如果说我们都在跟这个地方跟新北要沟通，把这个量把它减到最少。你们这个的储存是指已经使用过的吧？还是使用过的燃料要拿到外面来？他现在都放在水 水池里面了，他现在水池要满了啦，啊，所以他要放到外面干式嘛，对不对？对，好，哦，啊，现在要变室内嘛，对，对不对？对，未来啊，现在就水保没过了，好，哦。啊，你这个储存呢？你这个储存是怎样？你是要干式的部分的，还是怎么样？干式桶的制造跟有一些作业啊，现在在进行，在准备，在准备，对。你变了走。对啦，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你变了预算，可是不是超支于你啦，水保没有过嘛，对不对？超支于朱立伦嘛，哎，你把朱立伦冻起来。建议这样是不是就冻结固定资产3000万就好了？什么叫资产的部分？三千万，因为你刚刚讲的，你如果说那一边没有同意的话，有些东西不能往下走。他不同意，你们后续怎么做？我们还是要继续沟通。他是这样，不是，啊，你后续你们的东西啊，沟通当然要去沟通，就是用过的这个核燃料你们怎么处理啦？现在就是他集中式的储存厂，如果选址选好，他会同意啦。副总的意思是，你们广告汉恒的选址都阿不选出来，你写？我哪里管？马上准备要写，这依法选址条例。副总的意思是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部分够冻结3000万了，是不是这样？哦，那还要在这个发电厂区内去做设置吗？对对对，没有错。好不好？那依照这个，那干脆就动三千万科布自行调整就好了。好，好不好？哦，主席，那就动3000万，动3000万，科布自行调整了，好不？好，239到242哈，就用239，然后冻结3000万，科布自行调整啊。等一下，你说怎样？239动多少？动3000万，然后提书面报告后。哦，我觉得不对，你们现在选址没有吗？哈，还没出来吗？在场内。在场内。这个跟选址是另外。厂区内啦，没有说在外面。你们有可能今年太多了，上半场就。我们在努力啊，就不然都不能除役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努力。你们应该会提前除役吧？如果不。不会啦，疫期到的话就开始除役开始了。那现在疫期前的话，保持可用了。啊，那些呢？中继站跟集中储存那些现在的进度呢？啊，目前刚刚讲的已经把初步规划报告选好了，没有了。初步报告送到部里面嘛，那现在是被要求原能会说，我们要再往那个非核家园专案小组送。到院里面的层级报告，到院里面了，所以现在是先框列，很多东西都不确定。框列这个已经是在厂里面的部分，厂里面要花到8亿多，要啊，因为它整个制造那些干式储存的统筹啊，那个规格很严格，严格还要安全要顾好啊，对的，用新北市的安全，不能偷工减料，这个新北市用新的安全，外界都很关心，人命关天，可怜的这边要顾啊，委婉来提起，不过啦，因为动3000万，那提出面报告后解冻啊，科目自行调整，好不？好，那243到246。那个243的部分哦，是你们的印刷广告费了哈。那你们不，这个是最终那个高阶核废料的部分哦，那个用过核子燃料。那你们办这些研讨会哦，说一年四场，一场要80万的研讨会哦，为什么要花到那么多哦？然后另外你们核能简讯。做双月刊一年要300万，而是要给谁看？像我们交通部公路总局，他一年发行3000多本，预算才100多万而已。啊，你们300万两倍的预算，这个是要给谁看？研讨会的部分，我们是有邀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哈，那部分相关的费用比较高一点。那你们是来讨论什么？因为你这个是用过核子燃料，是技术经验的一个取经交流了，啊，嘿。怎么样安全的组织啊？你们也办了那么多年了，一年四场哎，一年四场各80万哎，这嘛开个收济啊吧。国外一直在进步了，一直要取那个最新的。
我看安尼啦，是国外车的吼，即专家来费用，啊，过来给小伟咧关心的其他遐的档。啊，你这个双月刊，你一年要三百万，一期是三万份呐，它分量比较多。啊，你三百份是有相框，核能简讯，全国的相关的。我们除了在我们的展示馆啊、学校啊什么，那我们都去，那个不是很通俗的一个那个刊物啦。啊，你们的刊物居然做的比公路局还要多，公路局确实大家都爱用到的。但确实是我们都有台铁公路局拢比恁这，而且效果也都有，他们都有一些回响啊。啊？什么样的回响？因为一本的话，其实我记得是五十块左右而已、啊。嗯。一本五十块，我们现在比较担心，就是你花很多钱做这些，你很精美，没有效果。有人在看，你们就一直编。有人在看，其实你们真的有说服用的。你要做，你用那个印报纸的钱，一份不到十块钱，你就应该会当足疗的盖这里边啊。你一份就要五十块。这民众不是因为这要做精美一点，因为这个给一般民众的话，教育的啦。什么叫做教育？这太浪费，我都觉得你们都过度浪费了。都认为说我们大家对于核能的东西，我们很重安全，所以我们都不会砍你们预算的。不是啊，因为我们沟通上面的话，这个是需要的啦，还是请问一下，沟通不是看那个东西，是看你一样刊物，你有五十块的跟十块的刊物啊，双月刊做啊，先拿一份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双月刊，对呀，我们可以提供。没看过什么双叶刊。这个我不太能够接受。那个不需要做到那么好的材质啦，你用硬包做。好了，简略五百啦。好，简略五百。主席，二四三案简略五百。刚刚前面有动，那这两个会不会打架？要不然这样子，这个科目再简呐。什么叫做动过就不能做？二四三案减，另外这个另外，因为你这个是在最终处置里面啊，好好好，你前面是低阶和废料哦，我现在讲的是最终三百就固定了，好、哦，按、啊、你其他科目调整，你就不要动到这一个，这样，这边就固定动这个，其他的好了解。那个、我们有原则给我们了，我们就这样来处理了，好不好？好，那二十主席二十三简略，哎，这个又在一个最终处置再处理计划，简略，这个要干嘛？这里是提五百了，二十三再简略三百了，简略三百了，简略三百了，没进来吧？那就把尾数297,000元了，好不好？因为他797,000就减掉297,000，就三百就好，好，三百三百了，就简略三百了，好不好？没进，嗯。简略三百，好，来二四四，你们这个又在做什么？这个我来说明一下二四四哈，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在原住民族地区在那边钻探地质钻探，然后秀林乡还有南澳乡，那个大概萧委员的25万也是一样的啊、哦，那个这个哈、哦，我们原住民造成了很大的恐慌啦、啊，哦，那然后我上次有质询的时候，你还说这个是跟未来的核后高阶核废除全国性的对高阶核废除有关啦、啊。那你们都没有让部落族人知道嘛？啊、哦，那个当时在秀林乡，你们台电总经理还是不是跟族人道歉，然后把那个封景了？那是啊，萧委员他比较清楚哈、哦。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类似的调查研究，你们还继续编列？那当时我们做过决议哦，要你们停止再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啊、哦，因为你不可能说蓝屿要运出要迁出核废，你现在又找大南澳地区的页岩的什么调查秀林南澳这样做，所以主席这笔预算哈，我坚持啊，我坚持要全数删除。另外这个是高阶核废料哈，用过核子燃料是燃料棒的最终处置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好几年前就已经表达过了哦，在你们秀林地区做的这个研究已经反对，我们台电也已经封景了。可是你们现在在花莲跟大南澳地区的相关研究还是编了4500万哈。那另外经现在的原基法就已经规定哈，要做相关的学术研究啦哦，或者是地质钻探都要经过这个在地的居民的同意哦，但是也没有经过，也都没有经过这个，甚至居民已经表达反对了，已经封景了，你现在还编列这个预算哈，在3亿多的经费当中哦，还编了这个4500万的这个相关的那个页岩呐哈，我们的这个地质的相关的钻探研究哈，这个是不容
不容接受的啦，因为地方已经表达反对了，你们现在还编这个预算下去做，这个4500万我还是坚持要做。特别是在原住民地区了，你都是找秀林、南澳什么这几个地方。跟委员报告没有钻探呐、啊。都没有在做钻探，你们刚刚在说在做全国性的地区的钻探，那就有问题了啦。调查是，不是我们已经要求说你就要排除这些地区了，那你来做这些地区？不是，因为原能会是要要求说我们一定要做全国性的，因为国际上都是这么做。全国性跟你现在做全国性有没有跟我们原住民地区的族人支配？他没有在那个地方钻探嘛？而且现在已经表明说要排除这些地区了，那你还做这个研究？不是，你还花3亿多的这个资源要做这个研究？其中4500还是指定在这个地区的？我刚刚讲到那4500万，那个是海域的部分、啊、而且你们还就地方还有心人士在到处宣传说核废料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放在那里，误导民心啊，让大家恐慌啊。什么跟选址无关？对啊，因为这全国性的调查了。所以那个副总啊，这不是说你说没无关。我跟萧委员从花莲到南澳，我是关心南澳了。那个秀林是他最先关心的。你们台电总经理到最后，人民台报道去风景还跟族人道歉呢。所以说没有在钻探了，确实是没有在做钻探，但是你还是以它为标题做研究嘛？你已经取景了，已经取样了，人民会要求我们一定要全国性调查，今年一定报告给他，不然他又划我们了。你既然已经报告给他，那就不需要再做了。今年底不要一直讲人民会在做，对，不是我，你的程序都不尊重嘛？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其实这样的地质报告并没有说到地区去做哈这个钻探啊或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哎，这边不做钻探，确实都不做钻探。中部地区又是地震带，已经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地质，其实都会考虑到最后。你还把它作为一个标的在持续的研究？这个计划在原住民族地区研究的这个地质调查，地质调查的计划要全数停止了。啊，要全部停止。你就承诺在原住民地区禁止做钻探的工作了。对，这个可以承诺。钻探跟地质调查、哦。那个我们要排除。你们过去3年已经花了12亿在这上面嘛，对不对？啊，有没有一些初步的报告？你今年又不今年底要报给原能会，今年会报告原能会，因为这个国际性就是这么做的，一定是一个全面性的，然后再慢慢去筛选。所以你们大于做20%再做、哦。我已经告诉你排除，你连选都不要想选。今年底的话应该就做完。我现在比较担心了，是哦，他搞不好原住民区都做过，他已经做3年了啦。而且还继续在花钱，所以他这个东西你继续做哈、哦，你继续做，我看我跟萧委员下一次都很难选。OK，、哦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要求你不能在原住民地区嘛，现在有原住民基本法、啊、没有啦，没有做专案调查啦，这个可以承认，不是专案，你们还是有钻井嘛，秀林乡不是有钻井，你们现在还在做最终处置，后来又到然后做评估技术发展，已经封了就不会有再继续的潜在母岩特性调查，你们现在还在做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最后要找出适合的地方，一定要全面性的、哦、我们已经告诉你不适合了，你就不用再做了，对，那这将来可以下一阶段，已经排除了就不用再做了，下一阶段如果没有钻探大概不会再继续走下去了，我想啊，就已经封井了嘛，就不需要再做了嘛，了解，所以删除了，如果没有全面性的话，现在这样删除4500万，我们方文有提到，我是全数删除，不做钻探跟调查嘛，这样大家按大家的心嘛，啊、这样有没有困难？然后前面已经都删了5300万了呢，那你不要讲前面的，我跟你讲，我这个在、欸、前面是蓝女的、哦，我们现在讲的是高阶核废料的，我们现在讲的是燃料棒的问题哦。刚刚那个这个你们老是把我们的绿牌业哈咨询，你们都。当成耳边风了，直接做处理的啦。我们直接给结论，就是说主决议就是要求这个最终处置场的钻探调查，最终处置场不得设置于原住民地区的。这样不管你那个，不管你这个计划有没有结论，先给你全部马上停止啊。然后我建议这边我还是要全数删除了。这个主席要处理一下，快点怎么处理啊？我真的会造成台电这边很为难，因为我们是被要求说一定要对了，看是不是可以再让看是做主决议或是怎么样的决议的啊，看是不是照那个小美警委员的案子减列4500就好了，好不好？做决议，然后这个主席我这样哈，我是不是建议哈保留送宴会表决了？这个案子是牵涉到我们整个所有原住民地区的立委这个部分啊。
没有，我们是因为表决嘛，都已经发包了嘛，保留是因为表决嘛。咱在这都不知道看谁，我都不知道了。后盖没上来，我去年就一直质询，叫你们停止，你们都不停止嘞。我们这么多年还发包，我们啊，我们就没有在钻探了，我们都停止钻探了。你已经把三佛拿出去了、啊、你在别的地方那个声音会表决了，你还是以他为标的在做研究啊？那、啊、我们已经表达反对了吗？这个是考验哈、啊，考验蔡英文总统对原住民族的承诺，就是不得在原住民族地区放置有害物质，啊。将来如果说在原住民地区的话，你们都是自己在那委托学者调查研究，在消化预算，委托学者调查研究。然后都找原住民地区。我想这样，两委员不管将来后续要在哪里选这个址，或是要钻探、啊、都会经过当地的原住民、当地的同那个居民的同意嘛。我想，如果各位委员表示不同意，应该就不会有后续了。原住民不会同意的。好不好，去年就已经执行，你们还继续发包嘛？不，我们必须要有这项的一个资料。经济委员会通过决议叫你们停止，我们经济委员会有通过、哦？没有，我们就停止了，没有在停，真的没有在钻探了、啊。啊，那243到246的第一项保留，送院会学长。244、245啦，244、245这两，这个三亿多，嗯。啊，243、3300啦哈，243、3300通过啊，244、245都一样，两岸一起送啊，啊，两岸并列一起送。好，那246没问题。246的话，因为已经刚刚讲了，这个是会费的部分为主，我们参加国际性组织了，所以这个是你们回馈金的执行力了。执行力在审计部调查，你们的执行力偏低，到104年度是 35.52 哦，那所以我才说冻结了，冻结二分之一了，冻结多少？冻结二分之一嘛。是我们提书面报告的话，这个也没多少钱啊，才400多万。270万呢、啊？对，这个影响到我们交会费呢，国际组织的这个会费。对，书面报告啊。书面报告和解冻、啊。这个会费是固定的吗？是不是？固定的是。那你现在那个执行力怎么样呢？现在不是讲246的第一案哦，会费的部分啊，493万这个部分哦。第一部分冻结20%了啊，提出前面的部分跟后面的部分都写20%了。246的第一案这个会捐助这个部分冻结20%，提书面报告好不好？冻结20%啊，好。那二十七的哈，27，这个一样吧？27跟是，247的话，因为牵涉到我们整个厨艺啊，现在如火如荼在做规划，在推动啊。对，所以能不能不要动或者少动，要不然。现在厨艺的话，要求我们要好好的积极进行了，因为这包括太多了。冻结10%，提书面报告的，解冻好不好？10%了哈，好，247了哈。OK， 好，那246的后半段是怎样？493万那个是，那个一样也是会了。那怎么会分成冻结10%？冻结10%到提冻十报告，各冻10%了哈。那个27是怎么样？27怎么处理？也是冻10%，然后提书面报告。主席，我建议你哈，刚您再宣示清楚一点，246案的前半部270万跟后半部493万9000元各冻10%，各冻10%，好，然后提书面报告，好不好？那247案也是冻10%，哎，提书面报告。OK， 好，那就处理决议，248案，遵照办理，通过。249案，遵照办理，这样通过。250案。遵照办理。这样通过。251案。把那个一周改为一个月，好不好？其他就遵照办理。一周提改善。一周改一个月，修正通过。252案。一样哦，一周改为一个月。一周改成一个月，修正通过。253。一周改为一个月。一周改成一个月，修正通过。254。两周改为一个月。两周改一个月，修正通过。255。两周改为一个月。两周改成一个月，修正通过。256，遵照办理。照样通过。257，一周改为一个月。改一个月，修正通过。258，两周改为一个月。改一个月，修正通过。259，遵照办理。照样通过。260，遵照办理。照样通过。261，遵照办理。照样通过。262，
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63。一个月内改为八月底前。八月底前、啊、好，改八月底前，改今年八月。今年八月底，106年八月底前。好，那就一个月改成106年八月底前。好，好，修正通过。好，新增的部分有263之一。263之一的话，有修正的建议哈。第二段，然当年新建时，一直到第三行的储存厂啊，删掉了哈。就然当年新建时，一直到第三行的储存厂这个地方删掉，然后把建立迄今已35年呐、啊，接到那个第一段后面呐、啊。这是第一，这是正式启用，然后正式启用建立迄今35年，对，对，我知道。说廖委员有同意啊？这个有跟委员沟通过了。那另外第三段呐、啊，原来的第三段的最后那一行啊，印证的当年政府的这个部分呐、啊，也删掉。在哪里？你说哪一个删掉？第三段的最后一句了。啊，印证的当年的那个这一部分呢、啊，也把它删掉。哎，哦。然后最后一段的要求经济部后面改为一真相调查后严拟检讨补偿金额。啊、哦，要求经济部一真相调查后。严拟检讨补偿金额，这个跟廖委员那边有沟通过了。有跟廖委员办公室有报告过了。确定 了，不要骗人了哈。OK， 不会。好，那照修正内容通过，263之二。一样有一个修正哦，就是第二段，当年政府的后面这一句啊，以新建什么什么什么到第二行换取达屋族人啊，这个地方删掉。哦，当年政府之后。那个乙开始这里啊，就是当年政府新建，当年政府同意新建呐、啊，就接到第二行的后面那里。政府新建呐、啊，当年政府新建蓝屿低放射性哦也可以，废弃物啊那个就掉了。对对是这样哎，就删掉，就是政府到同意这段删掉了。对对 对, 對，啊这边沟通委员也同意了、啊。就沟通过，对同意。好，那修正通过263之三。你要把修正三，把两周改为一个月，其余的话就遵照办理。有跟张委员讲过吗？张立善委员，这个倒没有，但是因为时间上面拉长了，因为我们准备不及了。那差了没百年了。其他都内容好，遵照办理。两周改一个月，修正通过。好，最后地方产业发展基金第264-270案。跟各位委员报告，这个地产基金啊、哦，地产基金主要是为了地方的微型产业跟特色产业啊、哦。那因为有几年没有拨补了啊、哦，那所以我们如果这个以目前的一个速度2亿9，今年花到年底大概剩几百万。那我目前政府的规划是要并到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哦。那今年编的2亿9，所以是以后会并到那边去就对了。并到中小企业基金，所以今年是最后一年。今年最后一年，那今年编的预算2亿9，事实上只有去年的70%左右，所以是相当少了。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照267案徐永明委员的冻结10%提书面报告解冻，好不好？对了，因为哈你们。会被整病，那一定是绩效上有问题，或者是不一定需要嘛哈。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其实前面张立山这边也提过，就是你们有些重复补助的地区会，就是说你们好像这个比例，我们大概有规定说，如果有这个已经申请补助5年之内不能再重复，这个你们这边还有3次以上的啦，2次以上的、应该是不同的题目，不同题目是是好，所以是不是你们还是动也是吧？是，好，谢谢。好不好？那就照267的冻结10%、啊、提书面报告要解冻，好不好？谢谢。好，那现在处理决议271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72案，遵照办理。好，照案通过273案，遵照办理。274案，遵照办理。
张东哥275万。遵照办理。276万。遵照办理。277万。遵照办理。张东哥278万。遵照办理。张东哥279万。遵照办理。张东哥280万。遵照办理。张东哥281万。遵照办理。张东哥282万。遵照办理。张东哥283万。283万专案报告，我们是希望能够改成书面报告。那修正通过284万，这个也是专案报告，我们希望改书面报告。好，那修正通过285万，遵照办理。好，专案通过286万，遵照办理。好，好，那我们先宣读协商结论。啊，是不是请林大法委员那个下来一下？啊，请宣读协商结论。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本次预算处理情形如下：第78案至第81案通案部分不予处理。人员研究发展基金基金用途第107案至第109案不予处理。第110案至第116案并案处理。简列专业服务费6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117案至第122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石油基金部分，基金用途第123案不予处理。124案至第129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130案通过。减列1000万元，131案及第132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通过决议一案如下：106年度石油基金政府储油石油开发及技术研究计划费会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会捐助补助与奖助太阳能热水系统推广编列。2亿7000万元，主要系补助民众及企业安装太阳能热水系统，以达到节能减碳之目标，为多年以来持续补助，其补助基准显为滚动式检讨。原要求经济部应针对太阳能热水系统推广之执行成果、效益分析及补助基准之检讨。于2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王惠美等委员。133案至第136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137案照案通过，138案也是照案通过。再生能源发展基金部分处理如下：基金来源139万。预算照列，基金用途140案，通案部分不予处理。141案，专业服务费减列350万元。142案至第144案不予处理。145案至第147案并案处理，改冻结5%，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148案至第150案。并案处理。
改冻结75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145案至第147案，另通过主决议一案；151案至第154案并案处理。沼气发电系统推广计划补助冻结5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决议部分155案及第156案均照案通过，第157案修正通过，将文具中即观光产业删除后，并将专案计划书修正为书面报告，其余均照原提案内容通过。第158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在倒数第三行当中的最后一句开始，会同内政部推动做法，以加速本政策之推动，并请于2个月内将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第159案照案通过，160、161及第162、163案均照案通过，164案修正通过，修正为在倒数第三行当中的末句开始，建请环保署会同相关部会，针对现有且尚无法淘汰的大众运输车辆或公务车，严商全面加装滤烟器，并致力将大众运输工具改采低排碳车种，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第165案至第207案均照案通过，另新增第207之1案照案通过。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处理如下：基金用途通过决议一项，通过内容如下：核能发电之后端营运，除涉及核电厂之除役、放射性废弃物之处置等等，为落实非核家园之推动，原要求经济部针对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用途项下各项计划，于2个月内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预算执行情形及检讨之专案报告，以利国会监督。提案人王惠美、高志鹏等委员。208案预算照列，209案至第211案并案处理，通过第210案冻结10%，第212案至第214案并案处理，减列1500万元，215案预算照列，216案及第217案并案处理，减列5330万5000元，科目自行调整。218案及第219案预算照列，220案减列500万元，221案至第225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226案及第227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但其中第227案改成决议案如下。最后倒数第4句当中修正为，原要求1个月内向本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专案检讨报告，其余内容照原提案内容通过。第228案至第238案及新增第230之1案并案处理，通过第234案改冻结15%，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239案至第242案并案处理，通过第239案改冻结300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第243案至第
及第244案、245案处理如下：简列243案，简列3000万元。简列300万元。244案及第245案保留，送院会协商。246案第一项，246万冻结18件，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247案冻结18件，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决议部分处理如下：248案至第250案均照案通过，251案修正通过，将时间1周修正为1个月内。252案修正通过，将1周修正为1个月内。253案修正通过，将1周修正为1个月内。254案修正通过，将2周修正为1个月内。255案修正通过，将2周修正为1个月内。256案照案通过。257案修正通过，将1周内修正为1个月内。258案修正通过，将2周内修正为1个月内。第259案至第262案均照案通过。第263案修正通过，将1个月内修正为106年8月底前修正后通过。新增提案263案之一修正通过，修正为在第二段然当年新建的部分一直删除到储存厂的部分，另外在印证的当年政府的谎言属实也删除，在最后一段的时候修正为要求依真相调查后严拟检讨补偿金额，以符合蔡总统道歉文内容，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263案之二修正通过，将第二段的话当中以新建罐头工厂等等到同意的部分删除后，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第263之三案修正通过，将2周修正为1个月内，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另外补宣读145至第147案的决议内容。106年度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再生能源推广计划费会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捐助补助与奖助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编列728200万元。而如太阳光电系统设立后与使用年限届满时，系统设立厂址及设备之后端处理亦涉及土地及环境永续使用议题，故于推动设立时对太阳光电系统停止运转后之处置、处置责任、经费配置等妥为规范，实为中央主管机关之责。原要求经济部应就相关规范之研议及订定情形，于2个月内向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邱毅莹、黄伟哲、王惠美、萧美琴等委员。没有，还有。另外，地方产业发展基金处理情形如下：基金用途246案至第270案并案处理，通过第267案冻结18件，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决议部分处理情形如下：第271案至第271案至第277案均照案通过，278案至第282案均照案通过，第283案修正通过，将专案报告修正为书面报告。284案将专案报告后修正为书面报告。第285案及第286案
均照案通过。209档，哪一个？他说你念冻结。简列啊。简列啊，他说你念冻结。好。另外更正一部分，在209案的部分是209到221案并案处理，通过第210案。简列10%。对对对，简列10%。OK。以上部分全部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有委员提修正动议的部分，照刚才宣读的结论通过；没有修正动议部分，均照列或随同调整。请问有异？157案刚才这边没念，就是专业服务。137案刚才是经验报告，那是报告。那我没有说要。赵湘委员的提案呢？赵湘委员。他是写照案通过啊，照湘美琴通过没有错。没有异议，通过哈。通过之决议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本日所列议程处理完毕，散会。